现在开始开会哈。首先我们介绍我们出列席的人员哈。我们在场的委员有吴秉睿吴委员，那列席的政府官员哈，第一个法务部的代表，我们的陈明堂陈常务次长，法律事务司陈威廉司长，法律事务司钟瑞兰副司长，司法院的代表上里及家事厅调办事法官徐丽颖徐法官，行政院性别平等处代表萧玉芳萧科长，内政部专门委员翟兰平翟委员，财政部陈伯成专门委员，洪家兰稽核，行政院卫生署周道君检任市长，行政院劳委会陈秀琴科长，陈玉金科员。那我们介绍与会的专家学者。Okay, 首先我们介绍廖元好教授，政治大学法律系，台北大学法律学系戴宇如教授，台北大学社工系张金芬教授，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陈一倩所长，台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张宏成讲师，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吴绍文秘书长。吴绍文来了吗？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文宣部吕新杰主任，台湾办理权益推动联盟简志杰秘书长，台湾性别人权协会行政院性别平等会的委员王平秘书长，同光同志教长老教会林春远执事，妇女性质基金会林时芳秘书长，木禅法律事务所刘继卫律师，同性婚姻登记遭驳回的行政诉讼当事人陈静学先生，还有举办活化婚礼的当事人黄美瑜小姐、尤雅婷小姐。好，那我们在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及伴侣权益法制化的这样的一个公听会，那我想最主要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有到场的陈静学还有这个阿伟呢，他在2006年的时候在亲友的见证之下举行公开的结婚的仪式。那当2011年的时候，两个人要去这个户政机关登记的时候呢，那遭到拒绝，所以两位呢就在2011年的时候呢年底提起了诉愿，那当然也被驳回，所以他们就提起行政诉讼。那这样子一个行政诉讼呢，在这个最近呢2012年11月29号的时候，那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他就本案进行辩论，同时呢已经请了这个政大法律系的副教授廖元好教授跟台科大的人文社会学院的讲师张宏成呢担任鉴定人来陈述法律意见。那高等行政法院呢，他在12月20号的时候宣布说，他将继续开延迟辩论，那同时呢会把这个案子呢移送到司法院大法官会去解释。所以呢，就说对于同志婚姻的这个议题呢，目前呢就是虽然长久以来一直大家非常的关注，但是呢，真正到这样的一个把它移送到大法官会去解释呢，还是头一遭。所以为了呢关注这个同性的这个伴侣的这个权益呢，因此我们召开了这样子一个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跟伴侣权益的这样法制化的一个公听会。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相关的当事人，那以及呢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那以及呢民间团体的代表。
好，那我们在请学者专家跟相关代表团体代表发言之前呢，我们有几点说明。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发言的顺序呢，我们先请今天与会的几位当事人先一个现身说法，然后呢我们再依照我们这个登记的一个次序呢来发言。那每一位委员呢发言的时间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人数蛮多的，所以每一个人原则上以8分钟，那可以延长2分钟。那现在呢我们开始发言。首先呢我们就先请这个同性婚姻呢去登记的申请行政诉讼的陈进学先生呢先来跟我们做现身说法。好，请。主席，尤美女律师赵伟，以及各位委员，以及所有在场的同志团体、人权团体、性别团体的代表，以及各位专家学者老师，还有所有公部门的长官们、同仁们，以及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这一次整个那个同志婚姻可进行结婚登记的当事人，那毕姓陈。东城，然后敬老尊贤的敬，学生的学，陈敬学。那我的另外一半因为今天下午要上班，所以我刚刚才跟他分开，然后他也说老公加油，对，加油。所以在那么多人的见证底下，我其实承受了所有其他同志伴侣没有的平安跟幸福。好，那所以在发言之前就仅代表我个人还有我们这一对同志伴侣敬学阿伟跟在场所有人深深一鞠躬，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谢谢。我们俩是在2003年的12月17号在台北小巨蛋的认识，虽然只是一个擦肩而过，但是却让我们这一段关系维持到今天为止是9年又6个月。然后我们是在2005年12月10号，就是世界人权日当天，然后在双方亲友的见证底下，在台北亚都丽致举办了一个公开的订婚仪式，那也受到100多位亲朋好友以及老师们到场的见证。好，然后我们在2006年的9月24号在喜来登，也就在我们这边旁边的来来饭店举办的这个公开结婚的喜宴。好，那我的阿嬷102岁的阿嬷是我们的主婚人。好，阿嬷当时都只有一句话，说少年人欢喜就好，好，然后咱就是爱家支持。那也因为阿嬷的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双方的家庭到今天为止，我的父母亲可以跟我的另外一半，好，爸爸妈妈4个人，好，单独到礁溪去泡汤。所以这一路上走来，我们跟其他的异性恋配偶没有的差别，只不过是我们两个的这个生理器官是同样而已。所以，否则如果依照其他的模式来看待我们这段关系，事实上我们跟所有的传统所谓的夫妻没有什么差别。好，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也这整个9年来的生命的过程、生活的过程，全部都有受到很多媒体朋友们的见证。好，所以各位只要上网 Google 我们的名字，或是打"同志伴侣"这4个字，就可以见证我们这9年来好每一个时段的共同生活之基准。好，所以我非常的是赞成，就是我们的招委好尤美女律师有一个提案，就是必须把民法基础篇的第972条，把男女两个字改成叫当事人，好，就 OK 了。因为假设我们的结婚登记是定义在所谓的男女，那请问各位，男女的定义指的是生理性别男，还是指的是心理性别男，还是指的是灵魂的性别男？那假设说我们还是认为结婚的定义，好，国家对于结婚的定义不是在真爱，而是在两个性器官的不同。那各位，我们今天在座也有那个全台湾第一对用活化婚礼举办公开仪式的，好，两位当事人，我们请起来，雅婷，对啊，两位当事人，好，谢谢，我们请他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出来是要需要鼓励的，要有勇气的，对，那假设我们的定义是在男女的生殖器官不同，那请问，那我直接找一位女生，我们待会就跑去户政机关登记，那反而我们可以成为合法的夫妻。好，所以我们大家不看法六法全书，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两个人结婚的定义是基于真爱，因为真爱不分性别。
好，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会愿意也在邀请的之下，愿意来到这边，然后跟所有在场的所有的每位前辈们请教，也愿意站出来来公开，期待立法委员能够透过法律上的民法的修正，然后能够还给同志伴侣应有的权益。所以今天站出来，除了表达支持之外，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也愿意共同来这个地方一起来奋斗，然后让同志婚姻入法化早日成功，也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国家。那以上我的发言就到此结束，那也再一次谢谢各位，谢谢。好，我们谢谢陈进雪先生的先生说法。那我们在另外一对，就是刚举办女同志活化婚礼的当事人黄美瑜小姐请发言。两位要一起上，那就是请尤雅婷小姐一并。OK。各位好。我是黄美瑜，然后这是我的老婆尤雅婷，然后我现在在我爸爸面前也都会这样叫他。那我自己是十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自己喜欢女孩子，然后可是我一直到国中我才知道世界上有其他的同性恋，然后也一直到念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认识其他的同志朋友，然后我今年32岁，我才能够结婚，找到我自己的伴侣。那在我的求学的期间，其实我因为我自己的外表跟我比较男性化的个性，其实受到了很多的欺负。那对我来讲，变态、男人婆、不男不女，其实或者是很多人看到，比如说我也许去，因为外形很男生嘛，所以去买女性用品的时候可能就是会被骂，或者是那一些比较侮辱性的言语，甚至是有一些肢体暴力，在我自己的求学期间其实是一直在发生的。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求助无门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后来我的父母透过他的朋友，然后知道说他们会跟他讲说，哎，你女儿好像是同性恋，可是他们从来不敢去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有一次我晚上的时候在睡觉，然后听到他们讲了这句话，接下来他们就不讲话继续睡。所以这三个字这个身份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禁忌。然后一直到前几年我因为家人的关系，所以不小心就被我妈妈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他当时的反应其实是非常激烈的。在今年之前，上半年之前，他还是会跟我说我是变态，其实不久以前，几个月的事情而已。那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他有时候用词会非常的裸白，就是他会说你两个在房间烫根根是要冲啥回对，那还好他还蛮习惯的，就是他不会因为我父母讲这些话所以就很受伤，因为我们两个在自我认同的过程其实也花了一些力气，所以就是如果刚刚讲的那一些侮辱性的言语，其实对我们好像是已经有一点点会拿这个来开玩笑的。那只是说一直到今年我跟他说我跟我的家人说我要结婚的时候，当时我跟我的妈妈说的时候，她第一句话问的是那合法吗？她第一句话问的就是这句话。我只能跟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合法，可是应该快了吧，那对她来讲那就是不合法咯。第二句话是那她的家人态度怎么样？那当时她还没有跟家人坦诚这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她身份的事，因为她的身份是她今年母亲节的时候才跟她妈妈讲。那所以我也跟他讲，我只好跟我妈妈讲说，他家里好像还不太知道哎，所以我妈妈第三句话说，啊，人家里的没赞成啊，不然你两个卖这会啊，你两个结什么婚，又不合法，家人又不支持。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无奈，可是我们运气非常的好，是我们今天在台湾有一位法师叫昭慧法师，他对
不知道，他对同志是友善的，所以因为同家会的秘书长邵文直接的跟他要求说，那你佛学院可不可以借我们结婚？不然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像样的地方啊。我们本来是想说在一间素食餐厅，然后很低调的办了几个亲友的一个小小的聚会就好了。我们甚至不敢直接去面对那个服务人员跟他讲说我们是两个女生要结婚，因为他一直要问男生的名字叫什么，女生的名字叫什么。然后后来我只好拉着他，然后让他去讲，我还是会害怕。即使是只是一个预定一个餐厅，然后我们已经要付钱了好几万块，可是我们还是会怕。那幸好运气非常好，我们有一个像样的佛学院，然后事实上是运气非常非常的好，是那个佛学院，然后他愿意动员这么多的人，然后免费的基于性别争议的关系，所以他愿意把场地借给我们，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可以在新闻媒体上面，然后有那么多正向的报道。那他的父母，我的父母也因为看了报道的关系，才开始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的被社会给排斥，因为报道都还蛮正面嘛，什么比如说什么日报写什么啊，真爱无敌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写说什么惊悚啊，那个可能就父母可能他们压力就会更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运气是非常好的。那雅婷要不要讲一点 ？OK， 我想表达一下，就是大家好，我是雅婷，我想表达一下，我在告诉妈妈说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妈妈第一个也是问说，那要去登记吗？我就说哦，没有登记啊。他就说，那你要去住他家吗？就是嫁过去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没有啊。他说那为什么要结婚？我妈妈已经被那个社会版都已经吓到不能，她很怕有一天我想要离开美瑜的时候，美瑜会拿下毒啊，或者是诅咒我啊，或者拿刀砍我之类的。那等到我们结婚之后，像这个月我还有去美家，他爸妈都对我非常的好，然后还私下的问美瑜说，那我妈妈对他好不好？就是经由就是幸好是法师帮我们办的这个婚礼，似乎有一个大德出来站台，然后让我爸妈跟他爸妈都对于这件事情比较能够接受，那也试着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我们两个人，然后把自己，我怕爸爸甚至在朋友的面前就说我是他的干女儿，我觉得这种认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珍贵的。对 okay. 我其实相信，就是像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其实是很单纯的长辈，很单纯的台湾的你可以说他是非常草根性的台湾的老一辈的人。那对他们来说，法律虽然好像遥不可及，可是法律的认同似乎就是第一个门槛。如果说他是合法的，一开始我们就告诉他早就不一样了，他是可以登记的，就像是我的主婚人之一，那个时候告诉我的公司主管这个世界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他开始接受，所以我顺利的请到8天的婚假，即使我们的婚姻不合法，我还是请到了，因为我们的主管他愿意接受这个新的观念。可是那也只是因为我运气好啊，如果我今天运气不好，我结婚的时候我甚至有可能被 fire， 那我甚至可能我到现在连他家门口可能都进不去，就像是我他 come out 之前，我是在他们家的街口我就要停下来躲起来，然后不可以出现在他父母面前的。他是那么的害怕，可是因为我们愿意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们愿意站出来了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去看到其实有一些改变，再加上有一些朋友的支持跟媒体的正向报道。可是如果法律它可以合法的话，我相信他对很多的长辈，对很多的朋友，其实可以让他们不用受这么多的苦，像我们一样。谢谢，谢谢，谢谢两位的先生说法。我想很多的事情就是在一念之间。当陈敬雪先生跟阿伟愿意站出来，而且去打行政的官司；当这两位愿意站出来去举行婚礼，同时这个难能可贵的是释昭慧法师愿意来帮他们扶正。让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由原来的负面开始变成被正面看待，
所以呢，我想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一念之间，也因为有人愿意正面的看待，所以双方的家长可以去接受，也让他的老板也能够去接受。所以呢，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而这些的同志事实上就在我们的社会上存在。所以呢，我们到底应该来对同性婚姻怎么样来看待？那首先我们是不是请也愿意义务来帮陈静雪打官司的刘继卫律师呢，来谈谈他的看法？好，谢谢。那刘继卫律师完了之后呢，我们请吴秉睿律啊、这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大家好，各位选手大家大家好，我是刘继卫刘律师。那我想在这边，我可能先跳脱法律层面，先讲一个故事。我也有一些同志朋友，那有一个同志朋友呢，他处在一个比较封闭、比较保守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办法对外出柜，他过得很不快乐。他在这样不快乐的生活中过了非常多年。有一天他受不了，他在日记里面写下一段话，他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找一个女生来结婚，然后让自己变得正常化。”我觉得我们国家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居然希望一个人背叛他自己来把自己正常化，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不正常。我们仔细看，就是婚姻这件事情在我国的法治里面不是只有民法这些规定而已，如果用配偶或是用夫妻，婚姻其实包成一整个非常绵密的法治网，如果用这些关键字单纯去看法律，就超过有100部的法律涉及到配偶的权利义务或者是相关配偶的规定，其中的法条更是超过200条。那这种正常化表现出来的国家的歧视跟法治上面的缺漏，其实是在对同志所产生的歧视，他无时无刻都在感觉到国家的保护对我跟对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我爱的人在一起，我没有办法跟我爱的人结婚，我没有办法因为结婚或者是跟我爱的人在一起之后享受到国家法治，或者是体验到国家法治在法治设计上的保护。那这种歧视的现状会造成同志族群会有新闻上的这些边缘化或者是自我放逐的现象，因为社会并没有展现出一种我们接纳你们，甚至在法治上展现出一种我们接纳你们的这种态度，因此国家反而透过他的法治，用国家的权力跟暴力去加强这种边缘化的力量。我们如果真的回应说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那么就请回应我们上一位当事人他的发言，他说他的家人问那合法吗？我们是不是会很快的体会到法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所以婚姻并不是只有单纯社会风俗上的理念而已，国家已经透过婚姻将婚姻的存在当作我可以把婚姻中的伴侣做成我国家控制、国家掌控或者是施政的单元来处理。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些法律和法条里面的规定，它其实大致上可以分成几类，移民、退抚、社会保险，或者是跟公司治理，比如说持股方面的计算，这些相关的规定，甚至人事任用也有相关的限制，还有诉讼程序上配偶选任辩护人、担任辅佐人，或者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案件里面，他还可以陪同到场表示意见。那在人身相关的领域里面，甚至也有配偶可以表达同意或不同意，这还都没有提到民法哦。民法里面的相关规定更是直接规范配偶之间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那这些东西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都建立在配偶双方他们有一个很紧密的感情上的联系，他们有财产上、生活上的依赖，甚至对配偶双方他们是全人的结合。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同志伴侣没有吗？当同志伴侣他们愿意承诺说我们现在有很非常紧密的感情上的联络，我们财产生活将要紧紧的互相依赖，我愿意为你承担，我愿意为你付出，为什么他们跟其他的异性伴侣不一样？难道我们国家赋予这些保障只是为了他们有不同的性别吗？难道不可以有同样有这种承担承诺、有这种感情上联系的单元来作为我们国家评价一个婚姻或一对伴侣的基础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论者常常会说我们社会风俗阻止我们，我们应该考虑社会风俗来开放，适时的开放我们对同性婚姻的态度。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难道我们现在的现实社会中没有同性的夫妻？哦，我就这里用夫妻，没有性别的指涉，但是没有同性的夫妻吗？仔细看法务部曾经的函释，他虽然不许同性结婚，但是他同时在当年同时做成另外一则函释，就是如果在婚姻关系中变性的话，那么他们其实是不用离婚的，而且到现在这个函释还维持，而且现况今年目前仍然有一对经过变性的同性夫妻在我国法之上。那么请问，如果我们都承认我们的法律可以适用在这样的同性夫妻上，我们给他一切我们法律上所有的权利义务的保障，但是我们拒绝在那个门口开门说你们就是不能够结婚，请问这样的法律有道理吗？这样的法治正义吗？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刘律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吴秉睿吴委员发言。啊，主席，还有我们政府部门的负责官员，还有今天来参加公听会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学者专家，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这边发表我的想法。那我也跟主席致谢，因为我等一下三点半在财政委员会还要处理财政收支划分法，所以借用这个时间优先占了一点时间来发言哈。我从以前在法律系在法律所学习的时候就知道，婚姻是为了要引两人永久的共同生活为目的，然后这中间包括各种精神上物质上的相互扶持。所以如果就这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来看，世界各国也有很多的先例，他是同意两性可以引永两个人同性也可以引永久共同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的心里面，这是一个人权的基本保障啊。人生当然是希望能够追求幸福、快乐跟圆满，有什么样子的权利、什么样的制度可以去剥夺人追求这样子幸福、快乐、美满、圆满这样子的人生的这个权利呢？有什么样子的价值可以去阻挡这样子的内容来去追求呢？所以同性的这个婚姻，它其实是一种人权保障的高度体现。那我也相信台湾社会经过这样子的教育，这么久的这个教育，这个观念这样，资讯这样发达，如果把这个理念阐述出来，绝大多数的人是会同意的。大家回想看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刻板的印象来讲这个婚姻了。以前讲说婚姻也要繁衍后代啊，但是你想想看，也有异性夫妻结婚他之后他没有后代的很多，那些都可以用收养，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圆满。那也有人会讲说啊，这样子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宗教啊什么道德上的问题？那是因为刻板印象才会给人家加于这样子的一个污名化。两个人天生自然非常高兴，很高兴的在一起，希望能够永久的共同家庭生活，我们无论他是什么性别，让他们能够结合，这个对社会基本上根本就不造成任何的妨害。那如果大家都站在这样保护人权的观念，让这样子的观念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圆满的时候，其实什么样的人要来结成这个婚姻关系，根本就不劳大家这样子大费周章了。那当然今天我也很感动啊，有这个勇气站出来来这个无论是刚刚两位现身说法或三位现身说法人，他们有这个勇气站出来，这很不容易，应该要鼓励啊。因为还有很多人暗夜躲在背后，不敢受不了社会或是家庭的压力，不敢出来表达他们自己。那这个其实这种压抑就是一种人权的侵害啊。我们应该让台湾的社会能够更加的进步，更加的成熟，无论是什么样的人要追求他的幸福快乐，我们都不应该用任何野蛮的方式加以阻挡、加以拦阻，这才是一个成熟社会所该有的表现啊。所以我也很荣幸哈，在游美丽委员主动发起，然后几位委员的联署当中，我也可以作为提案委员。我们认为婚姻制度在现行的民法应该修改，它应该是两个人要
以这个共同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就应该可以啊缔结婚姻，不需要强调这个性别。那这个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将来在啊很多的法律领域里面，就像刚刚大律师所讲的，关于婚姻的制度所影响的法律层面非常的广啊，这个是从这一步打开之后，应该要包裹式的一一来检视，在这个地，在这个跟这个抵触的地方啊，大家应该一并考虑来给予修正的哈。那以上是啊小弟个人的看法，我基于人权保障的观念啊，坚决主张应该让同性婚姻可以合法化。谢谢。好，我们谢谢吴秉睿吴委员哈。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政治大学廖元好教授，他也是这个陈进学诉讼高等行政法院延迟辩论的时候的鉴定人哈。好，我们就请廖元好廖教授。主席还有这个在座各位先进啊，大家好。那我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这边来谈这个议题，那之前也很高兴有机会在我们高等行政法院啊担任这个陈进学这个他们这个案子的鉴定人。那在这里的话，因为时间很有限啊，我大概提几个这里希望提到的重点。那主要是第一个我当初的鉴定意见，那现在当然没有变，也就是认为同性的结婚是我们宪法所保障的权利。那这个保障的权利呢，应该落实在民法上面。第二个是我认为从修法的技术上面来看，现在甚至不用修法，其实同性也应该可以合法化啊，技术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困难。那如果能修啊，如果能加上一些条文，那当然更好啊。所以这是我基本的观念。那我这里来说一下，第一个为什么同性伴侣之间应该有结婚的权利。那首先要我们刚刚都看到了两对当事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跟我跟异性恋他差别在哪里啊。我们看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的本质，我现在非常用一个非常传统的角度来看婚姻啊，我们不看复杂的多元的各种关系。婚姻是什么？一对一啊，那他们都是一对一。婚姻是彼此的相爱，而且最重要是有承诺，这个承诺是 wedlock， 他们愿意走进这个锁链里面。这个锁链，我们异性恋可以选择不要走进去，也可以选择要走进去。你一旦进去，就进入那个锁链圈，你有很多的义务，你也会享有很多的权利。好，那这两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想要走进去，你可以说不要走啊，可是他们想走进去，我们异性恋者有权选择要不要进去。进去了就是我们这个自愿相互的承诺。第三个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这个同性跟异性的伴侣一样，都需要社会集体的保障跟肯定，所以他们要结婚啊。你可以不要结婚，你可以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或者你甚至不要出柜，只是躲起来就可以。很多人是这样子过一生的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走出来啊？因为他们希望有 social recognition， 他们希望要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承认。那因此回到宪法层面来，婚姻啊，第一个在我们宪法上大法官的很多解释跟所有的学理都承认，婚姻是一个宪法保障的非常重要的制度，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保障。别的各种的伴侣关系是否受宪法保障还有争议，可是婚姻是没有问题的，婚姻是受到非常重要的承认。第二个是婚姻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位置啊。为什么我们异性恋包括我在内我们会选择结婚？因为结婚了你可以 你会觉得你好像走进了一个这个社会承认的感觉，走进了这样一个氛围啊。很多的电视剧里面不管同性异性，我们会看到有人要求婚， Will you marry me， 他不会说这个你跟我在一起好不好，那个味道就完全不对了。我们希望有婚姻，所以异性恋者希望有这个权利，同性恋者他们既然相爱也希望享有同样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实质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刚刚刘律师已经说过了。我们有太多太多目前的各种伴侣的权利义务关系都是跟婚姻绑在一起的，目前都是跟婚姻绑在一起，夫妻才可以合并报税，夫妻才有继承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血亲关系的话啊，夫妻可以彼此帮对方做保险等等等等各种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就是社会承认。社会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在上千年以来
对于婚姻是一个非常珍视的重要的权利。而今天同样相爱的一对伴侣，他们希望享有同样的这样子的权利，就如此而已。啊，那我常常用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是看到了两对同性的伴侣，他们说到在异性这个只准异性结婚的体制底下受到了多少的压力，跟他们自己要追求幸福达不到。我要反过来说，我是异性恋者，我常常在想，如果今天的法律换成是不准异性结婚，今天换成一个压抑异性恋的社会，今天换成我要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然后呢我的父母告诉我说你只能跟另外一个性别的 你只能跟同性的人在一起，我无法接受啊，那是暴政。因为性倾向不是说改就可以改啊，各位异性恋的各位同胞，我们去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任何法律要我们去爱一个同性，我相信很少人能做到啊，当然有啊，但是一定很少啊。要你改变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异性爱同性，那么要求同性爱异性又如何？这是什么样一个环境啊？所以啊，我说这是第一个婚姻权，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承认权啊。那么我们读过很多的各个世界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啊，他们要结婚，然后家人因为观念不让他们结婚啊，所以有争议，所以要死人。杨过跟小龙女啊，师徒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看起来很荒谬，师徒不能结婚，可是当时观念是如此，我们觉得很荒谬。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结婚权啊，结婚权。那第二个谈到是平等啊，平等我认为更容易去说明，同样要结婚，同样想要享有这种社会承认，但只因为你的性倾向而不能结婚，这是一种性倾向的歧视。那性倾向的歧视，因为它跟生理天，它至少是一个非常难改变的特征啊。刚刚我们说过，同性跟异性它的性倾向是很难改，那么因此用这种性倾向当作法律上的标准，它其实在我看来跟你要求身心障碍者要做平常人的事，那其实是相似的。在我们大法官626跟649号解释里面，对于如果因为你的生理而给差别待遇，大法官要求的至少是中度以上的审查标准。在365号解释，大法官也要求对男女的差别待遇只能依生理差异啊，其他通通不可以啊，所以都是采取较严的。这是性倾向，我只因为某个生理特征而不能够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不能够受到社会的承认，我被迫要这个进行一些我不想要进行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看来这是非常不合理。好，那最后只提醒一点，就是传统是没有办法正当化这一种类型的压制的，就像男女平等。从大法官365号解释开始，他告诉我们男女的生理差异男女的差别待遇不可以用传统当理由，传统不是理由，所以这个民法1089条它会违宪，很多的条文因此违宪。当时很少人出来告诉大法官或告诉社会说我们几百年来都是如此，所以一定要继续下去。传统不是歧视的重要原因，而且更何况我们目前的其他法律，包括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都已经承认我们必须要管理处罚性倾向的歧视。所以性倾向的歧视是一个我们现在台湾这个文明程度所不应该容许的一种行为啊，因此我们认为它应该受到同性婚姻应该受到保障，性倾向歧视不应该存在。好，谢谢。好，我们谢谢廖教授。那我们再请另外一位鉴定人哈，也就是台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张宏成讲师。主席，在场各位朋友，我是张宏成，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出席这个公听会。那可能大家手上已经有我的一个书面意见了。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从宪法的角度，从台湾的人民基本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角度，看到说我们对这个议题的一个需要重视的一个
一个原因。那今天我本来以为我应该是站在一个我们从立法的角度，因为主席给我们的提纲是，假如我们要立法的话，要怎么立法？所以我给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听了这么多，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真的去看其他国家，或者是他们怎么去规范同性伴侣之间的一个权利义务。所以呢，我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带领大家看全世界各国现在承认同性伴侣可以婚姻平等的权利 的这些国家，他们的法律规范到底是什么。那刚才廖教授也提到，是我基本上的想法也跟他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民法的规范对婚姻这件制度，我并不认为说它有这么明显或是这么明确的规范，说一定要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才可以缔结婚姻关系。所以基本上我认为现行的制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就是要去改变它。那重要的是，我们要破除的是我们对于传统一定要一男一女这种性别二元区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规范呢，我们应该要去改变它。那其假如说我们能够改变这个观念之后，我相信这个条文的适用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好，那第二个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到底现在应该要怎么，假如说我们最后决定应该要立法保障同性伴侣的婚姻的平等权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规范。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做法。那首先可以，大家可以从年份来看，这个是荷兰的，他们是在民法修正民法第30条第一项规定，两个异性或者是同性之人都可以缔结婚姻关系。那当然第二个就是一夫一妻，就是单一配偶的一个关系。第二个是比利时，大家看一下第二页，比利时他在第二条也规定，他修改民法第75条，然后把所原来的男性或女性用配偶来取代。换言之，就是他们希望去回避掉传统上有关于性别出现在婚姻这个要件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西班牙的同性婚姻法第一条，也是直接把在这个法律里面把民法的44条修正为婚姻的构成要件与生效是两个同性或异性之人所缔结的关系。再来是加拿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加拿大法典第33章，也就是所谓的同性婚姻法第二条也规范民法上的婚姻是两个排他性的法律结合关系，所以他把原来那个可能会涉及性别的这个用语也拿掉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南非其实有相同的规范，葡萄牙也是，阿根廷也是，然后我也补充一下美国的一个状况。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丹麦也是这样的做法。那最近假如大家有关心国际新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政府呢也在今年的十二月呢提出要修改他们的民法，所以他们的同性婚姻法草案呢总共有23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草案的第一条第一项第一款呢规定，民法第143条修正如下，第43条之婚姻是由两个异性或同性之人所成立的契约关系。另外再补充一个，就是假如今天幸运的话，乌拉圭就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第12个承认同性伴侣能够平等享有婚姻的国家。乌拉圭呢，他们众议院在今年的12月12号以81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同性平等婚姻平等法，然后送交参议院在今天当地时间今天要表决。所以只要顺利通过的话，乌拉圭就会在法国之前成为全世界第12个国家，南美洲第二个国家给予同性伴侣婚姻平等权的国家。那他们这个法律的第一条也规定，乌拉圭民法第83条修正如下，第83条的婚姻是由两个异性或两个同性之人成立的长期的伴侣关系，民法上的婚姻必须要依据本法或其他相关户籍登记的法律完成登记时才具有全国的强制拘束力。所以他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性别二元的概念呢从婚姻里面把它拿出。那刚才两位同性伴侣的现身说法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目前呢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法律规范当然是以婚姻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民权利义务的一个制度。那我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在讨论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保障同性伴侣呢，可以除了刚才刘律师讲的那么多法律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我第四页我整理出来，我会觉得我们有三个层次要去思考，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同性伴侣他没办法成立婚姻关系之后，他没有办法享有的所有的权利义务，那这个是我认为就是直接对他们的权相关的权利义务做限制。第二个是他们会造成这个权利义务的影响，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身份推定的一个限制。所以假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性别的概念从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拿出了之外，其实这些三个层次其实很容易也可以解决。那再来就是我有提供大家一些欧洲的经验，这个就请大家参考一下书面的状况。那另外是刚才廖教授也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合宪性的问题。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在准备要修法，但是大家可能要想一下，就是即便现在我们修法承认同性伴侣也可以结婚，但是不要忘了，也有可能反对者会把这个法律认为是这个是违反宪法。对于他们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其实不久西班牙反对党在今年应该是十月或十一月，他们也把案子送到西班牙的宪法法院，因为他们认为西班牙2005年通过这个同性婚姻法，他们认为违宪。大家知道去年右派政府上来之后，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推翻这个原来左派社会党所推动通过的法律。那宪法法院说没有问题，这个跟宪法的规范没有抵触。所以我们今天即便是修法，我们也要考虑到说有没有可能会有违宪性的问题。那这个当然说来就是刚才廖教授讲的一个，到底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不管是我们要修法或者是立法之前，准备工作其实是很重要。那到底准备工作，其实我们应该要浏览一下，刚才吴委员有讲到这可能到时候是要包裹立法，但实际上我的想法可能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报告，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困难。那这里呢，从第五页第六页到第七页呢，我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用夫妻配偶作为关键字去搜寻的相关的从法规范，就是法律层次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限制或涉及这样的一个制度。那所以到时候假如说我们需要改变的话，这个可能也都必须要传统的整个配套来考量。不过最后其实我还是觉得是说，这个如何去改变我们对配偶的这个性别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夫妻的概念是一个很重要。那最后我有提供我自己的一个修法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第八页。我会觉得刚才除了尤委员讲的我们要修改年龄或者是修改当事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应该要定义什么是婚姻。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婚姻，所以即便是我们把修改当事人，但实际上到时候适用上可能还是会沦为认识用法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明确把婚姻的定义出来是很重要。所以如同我这边有讲分别两项，然后第二项其实就是要解决刚才刘律师讲的，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涉及的法律会涉及要因为我们承认同性伴侣可以结婚之后会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第二项我们把它认为是所有涉及配偶夫妻夫或妻都是依据，假如说我们通过同性婚姻法的话，依据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成立的双方当事人，那这样其实我会觉得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可能需要包裹立法或者是要面对可能以后会有用要解决要修改很多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争议的问题。谢谢。好，我们谢谢张讲师哈。那下一位呢，我们就请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的戴如教授，因为戴教授有接受我们法务部的委托研究这个同志婚姻的问题哈。那我们现在就请戴教授。主席还有各位在场的来宾大家好。如同尤立伟说的在之前我们有接受法务部的委托针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个议题做一个这个检讨。那我想我今天可能会跟在前面几位发言的角度比较不同我比较支持的一个这个立场，我想先从到底同性伴侣他的一个这个共同生活的这个权利，他在法律上应不应该接受保护保障？好，那这个其实之前这个几位都有提到关于说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好，那我想从
比较另外一个角度切入，那我们本来婚姻家庭它在历史脉络下的演进，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刚才在讲所谓的一个传统，那这个传统它可能来自于这个欧美国家，它强调这个婚姻是所谓的神圣性，具有宗教性的色彩，那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在我国在我们在做研究的过程中这个特别在我们的教会人士，他就会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呢来去反对所谓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个可能性。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去漠视的一个所谓的属于我们自己传统的一个这个从儒家文化伦理价值传来的一个所谓的婚姻，它是不是带有所谓生殖的功能哈，那我想刚刚其实都有强调，婚姻它就是配偶彼此互相扶助共同生活而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面向，但是呢在长久以来哈，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个这个定义或者是一个设计上，它其实是的确还有含有生殖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哦，但是这样的一个生殖的功能其实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的演变哦，它其实越来越强调我们讲的这个个人或配偶之间的互相扶持，比如说我们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异性夫妻他没有生育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这个从传统而来的一个这个立论基础，它会渐渐的站不住脚。好，那这是我想提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在目前好这个世界的趋势，它有特别这个针对我们讲的所谓一个实质家庭的保障。好，那这是在这个欧洲人权法院透过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判决里面去肯认，所谓的一个实质家庭的生活，它不是透过形式的婚姻或是这个去这个定义而成的。好，那包括我们说的未结婚但是可以共同生活的同居伴侣，他同时也应该受到法律上的保障。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那我想就从所谓的这个立法政策下去再做进一步的讨论。那我们现在在想这个我基本上肯定同性伴侣他有接受他们的一个这个结合，有接受法律上保障的必要，但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保障好，那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其实有提到说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困境，我们是要直接所谓的一步到位，以婚姻直接开放给这个同志伴侣好，这个来做保障，刚刚前面有提到它的一个可能性，还是呢我们要退而求其次，所谓的采取所谓的双轨制，另外这个设计一个创设一个制度给同性伴侣，让他们拥有跟婚姻相等的权利，那在这样的一个差别，那可能就会要回到我刚刚讲的，那我国如果直接开放同性婚姻会产生什么样子的这个或是会碰到什么样子的阻碍，那我想这个有很多的立论，这个赞成的或接受的他能够接受说这个同志开放婚姻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困难，但是对于反对的人而言，譬如这个我们做宪法解释上对于婚姻家庭是不是只有一男一女，刚其实很多宪法解释也成这个有主张说要反对歧视，但是对于婚姻家庭还是在大法官的一些解释里面他有承认是保留给所谓的一夫一妻，那这个所谓的制度性保障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突破，那现在也是一个引诱说我们今天提出释宪之后大法官他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当然如果他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婚姻家庭只有局限于一男一女，那这个我觉得一步到位是可行的，而且也应该要这么做，但是要是没有还是有人认为婚姻家庭他这个有一些特殊功能，特别包括生殖，所以他们不希望去碰触的时候，那我觉得退而求其次，这个应该要承认同性伴侣至少在他的一个共同生活里面也应该要接受法律上的保障，要提供他们这个所谓的适当的措施来加以的一个规制，那这也提到说我们的对于这个同性结婚这件事情，这个不管在宗教伦理或文化价值，这些都是一些隐性的力量，常问到说你为什么反对，他其实讲不出所以然，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许外国的立法经验可以提供一个参考，好像这个以德国为例，他在2001年就先以同性伴侣法的方式来这个推出这样的一个法制度，然后呢在实际的进行过程中让一般的人民觉得今天他们有这个共同
这个生活的事实，让他们结成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伴侣，它对我们并没有造成其他任何的影响。哦，那在长时间运作底下，再提出要这个，像德国已经提出要把同性伴侣这个制度直接要同性婚，哦，这个的情形。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或许在我国也可能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哦，那这是我想说，在这个同性伴侣问题上，它可能采取的一个方式。那至于立法技术的运用，哦，那个如果我们采取一步到位的情形底下，那我刚刚这个想赞同这个张老师的说法，我们应该要明确的定义，好，这个所谓的就是不能还是以男女双方当事人，而是呢我们要明确的定义同性或者异性都可以结成婚姻，好，以避免说还有任何解释的空间。那我想这个特别像在德国法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好，针对这个人工生殖法，所谓的分娩者为母，因为他们禁止代理孕母，所以仍然把这个本来不用规定的这样的个条文呢直接清楚的规定在民法里面，然后在立法理由里面呢，他去这个主张说他是这个禁止代理孕母的。好，那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是承认这个婚姻它的定义有所改变，而且开放给好所有不分性别的一个这个组成的一个可能性。好，所以在这个是在一步到位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可能要注意的地方。那至于双轨制，好，那这是这个我会希望就所谓的一个最低保障。好，假设婚姻家庭仍然有很多人觉得应该要保留给异性婚的话，那至少也要提供一个这个所谓同性伴侣法的一个空间，好，让他能够有这个适当的一个这个保护。好，那最后呢，因为那个提纲里面还有提到关于这个伴侣家庭跟多人互助家庭的保障，哦，那时间比较不够，那我想只提出一点。伴侣家庭跟多人互助家庭，它其实牵涉的面向比较多，哈，包括了的所谓的他们之间的配偶关系以及亲子关系，哈，因为在这个异性的同居家庭，它一定牵涉到可能有子女的问题，哈，那就这一部分可能比较适宜在民法上做统一的处理，也就是打破婚生子女跟非婚生子女的一个这个界限，好，那至于其他的这个配偶之间的部分，我们可以在民法中立立章。针对配偶家庭或多人互助家庭他们的权利义务呢做重新的一个打造。好，那以上是我的一点意见，谢谢。好，我们谢谢戴宇如教授哈。那下一位我们请这个张金芬教授，台北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席还有与会的大众大家好，那我想要说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其实我有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学生，他可能因为社会的不认同他走向了自杀或自残，但是他常常问我们在聊的过程，他说为什么族人反对我，我难道有罪吗，那我何罪之有。那在这个脉络里面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去看到的，就是说到底在这个同性婚姻里面社会碰到了哪些的迷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重新去反思，用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思维，或我们重新去看待婚姻跟相爱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里面也是我想要谈到的，就是有关台湾同志面临的困境。那事实上在华人社会里面，我想它很大的压力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是一些宗教，可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所谓的结婚生子，包括可能不婚的人他也会被问人家说那你是同志吗，我也觉得很纳闷，他可以选择不婚啊，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事实上你要去选择所谓的婚姻这样的一个探究过程里面，他承受了很多的社会压力，那于是在没有无奈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是独生子，于是他选择只好去结婚，或者是他是所谓的独生女。那我觉得在这样不得已的结婚，他过着很双重的生活里面，在精神上哈，不仅是他，对整个家庭来讲，其实他是一个很大的迫害。那往下一页哈，那我也是想要去看到说到底他们在担心什么，所以我问了很多人，在知道他这个公听会里面，至少在国内外问了一些，然后有赞成有不赞成的哈。那当然他们会有一些想象说，
他很担心，因为同性婚姻会鼓励更多人去发展同性恋情。那就像陈如之前几位那个发言人提到，那又说不出所以然。我是说，那你如何知道说，因为开放他就会因此哈、哦？那这里面你会发觉，其实他的思维是很特殊的哈、哦。那另外一个他更提到一个说，他担心会因此来改变传统的婚姻制度。那我也会很仔细的去问，我说那会改变哪些制度？好、哦，你觉得会因为那样你老婆就不见了吗？好、哦，会因为那样你担心的是什么呢？那也没有办法得到很明确的，所以社会可能弥漫的不一样的思维里面，可是他却不竟然有那么多的开多元的或开放的。那于是我也找了一些资料，我们再往下一页。事实上齁，我们就国外的一些资料里面，在整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过程里面，它不仅仅是合法的去认同公民的身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其他国家的所谓的民众民意的调查里面，事实上它积极的是促使融入到整个这个社会脉络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其实从荷兰的例子来看好了，那在同性婚姻合法的过程里面，其实它没有因此让他打破了说，因为让所谓的这个异性恋婚姻崩解这个事实，其实没有。大家重新去思考婚姻是什么，到底爱情的真谛是什么？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重要。即使你去问很多异性恋者哈，他可能也要重新再去反思，到底爱情的真谛在哪里哈？对，好。那我想要说拉到一些国际思维哈，事实上我看了这个我们那个有委员的一些资料之后，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启发。那我去找了一些国际的资料。那我们在2006年的那个日惹原则之后哈，那我发觉到很多国家其实都已经积极在修法了哈。那他在这个 process 的时候，有些国家速度快，有些国家速度慢。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大家讲一下说，网络上都有中文版有英文版齁。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24条建立家庭的权利。好，在建立家庭的权利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提到，每个人都有权建立家庭。那为什么同志不能建立家庭？我不懂。好，那不论是在他的性倾向性别认同里面，家庭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存在，包括他里面在针对所谓的他们的会员国里面提到，包括有关收出养的或家庭制度的一些权利义务都需要进行讨论。我们再往下一页，这边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补充资料。所以事实上他也很明确的去 review 到，那我也去 review 了一个2009年一个所谓的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的一个文章，他提到目前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很多国家因为在法令上的没有修法，同性婚姻是没办法在那个国家存在之外，他可能在法令里面产生的一些责难齁，产生一些惩处，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国家在所谓的权力结构下产生的一些很大的压迫。那在一个社会里面产生的压迫里面，我觉得可能重新去看，就我们伸张着我们是人权齁，公民社会里面，我觉得可能重新要去看。所以我觉得他这里面有 review 了，例如包括我要建立家庭，我怎样辅助生殖，我怎样去获得收养齁，然后再往下，包括说对于儿童或任何家庭成员，他一些性倾向的一些议题里面，我如何保障成员跟儿童的最佳利益。OK， 那我们再往下齁，那里面他我觉得他有很多的一些讨论跟登记跟那个整理齁，包括一些教育权的议题齁，然后包括一些如何去进行一些平等的一个对待。那我因为我想要特别要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齁，只是说事实上我十分的支持要修法，尤其齁我们除了从宪法跟民法里面去修之外，每一条法令有违背因为性倾向的相关的条例、行政规范、办法齁，我觉得都要逐一的去重新检视。好，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张教授哈的发言。好，那我们下一位呢，就请陈怡倩所长，世新大学性别所。尊敬的提案委员跟各位先进，大家好。我今天很荣幸哦，可以来这边这个参与这个公听会，这个应该是中华民国这个法律史上第一遭吧？哦，这个
今天早上看了11点新闻的惊悚立法质询新闻，这个被这个官员吧被这个质询说美国总统第一夫人第一家庭的女儿的名字是谁？要是学生来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叫他 Google 关于资讯性的问题应该自行选。不过这是我们这个质询的内容那我真的非常比较起来这个提案立委的这个努力，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这个大家再一次的肯定终于注意到这个影响台湾社会人民实质生活权利的委员那是第一个，我希望就是真的能够肯定这个提案委员的努力。那前面已经有很多教授跟这个鉴定委员这个学者提到了这关于宪法层次或者是国际人权公约层次的论点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回到这个提案委员所提到的说明第一项，既然我国目前的执政团队呢认为说我们这个要批准这个联合国的公约虽然不是这个会员国，但主动的要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应该如果照我们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学者法律学者头脑，就说那就把那个电脑拿来用关键字搜寻keyword 打进去所有一切违反刑事平等的条文就逐一修正就好了，就说原则上不可以有任何的歧视，除非你有特别的理由你才可以做不平等的差别待遇，这大概是宪法101基础的那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决心要去做这个符合这个两公约的这些实质的需求的话，其实很容易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不用太多时间其实我们已经好多研究案，那我自己个人目前是做跨性别人权的一个案子也是我请助理也是一样像这个张宏成老师一样全部打出来大概就知道大概就是这些法律必须修正，因为上面可能有男有女有这样子会影响到他实质权利的福利的各方面的这些条文。那行政还在做，那立法又怠惰嘛，对不对？那还好我们今天有这个提案的委员赶快的来面对这个人民的要求来特别提那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当重要。所以第一个我的论点就是说，如果政府提不出来，完全讲不出来为什么要对于性倾向做差别待遇的话，那基本上这个说理的应该是要政府来提了所以我也肯认前面两位教授所提到，就是说基本上我国的民法并没有在明文上面谈到说一定限于男女，所以就是大家给彼此比较多的宽松的那个时间的话，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了但是我想没有那么容易了就是说我们实际的政治力在后面，那我们也希望社会的肯认，所以还是希望在这边多做一些说明。那允许我就台湾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然后我们要追求公平正义我们希望用说道理的方式去追求幸福自由这样子的假设如果你假设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听我下面讲。如果你假设是如此的话，说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法治的国家，我们要说道理，我们要在立法院质询，然后要在立法院提案，然后我们要去符合人民的现实要求这一些这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认为基于以下的几点理由，必须要第一个在修法上一定要做，然后还要有其他的这个展开，可能还要提案做其他的提案这样第一个是不管在宪法上，不管是基于人格发展或者是人性尊严我想现在很多的学者都在论述这所谓的性别自主决定权那这个我想最容易看的我们国内目前已经有了案例了我最近参加了一个西班牙的一个会议报告了我国的这个变性人的法律实务以及德国的变性人法那很有意思的我在报告台湾的案例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说怎么会这样子德国的法律是这样子有一个2008年的法律这位当事人他大概可以解惑因为他曾经是男性在79岁的时候呢，成功的这个改名，然后也进行手术，变成就是老爷爷变成老奶奶这样就是79岁的时候，所以他过去大部分的日子都是男性，那也结婚也生小孩，那后来到79岁就变性，那但是要变性要去改定法定性别的时候，那个行政机关就说不行你有结婚我们德国是不承认这个同性婚姻了，所以老奶奶老爷爷之前是男女嘛，是结婚，后来他已经变成女的，他要去登记女的时候，他德国那个
法的行政机关当然就说不行啊，于是就是宪法法院最后解释哈，最后出来跟他讲说，你国家不可以要求人民在这两件事情中做选择啊，你要嘛你放弃你的婚姻，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变性，要嘛你就是放弃你的性别，那你就可以结婚。他说我不要，我要留在婚姻里面，然后我也要这个用我新的性别来继续爱我以前爱的那个太太。这样好，那他的需求终于获得解决。所以2008年，其实宪法联邦宪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这个我可以提供这个资料给大家。那这位当事人其实相当辛苦的冲破了这样子的一个途径，终于取得他又可以维持他原来的婚姻，又可以用新的女性的性别来度过余生啊。那他又很幸福的跟他的太太跟小孩都在一起，就整个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大结局哦。那我就报告说，没有啊，台湾我们不用这么复杂啊，因为我们目前的确有一个案子，就是说他也成功变性，他也成功的结婚，所以我们其实台湾事实上是有已经有女的一个同性结婚的案例了。他唯一不满的是，在他的户籍法上面写长女啊，他想要把它改掉。对，就是对他唯一不满的是这个。然后我就报告这个例子，然后全部人都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就是台湾，对，你们又不是联合国，就是你们是人权，对，等等等。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状况了。所以我们表面上又要去，我们又要对，就是又要在这个法规上，法规上哦，就是理性中立嘛，哈，对不对？但是我们实际上其实有很多的忽略了，这个社会上其实有不同的主体哦，性别主体的实质的生活啊、哦。当他们生活受到侵害的时候，他透过个案一个一个，对不对？所以要够勇敢，然后够有资源，否则的话熬不过去就自杀嘛，哈、哦。大概是这样的两个取径。那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弹性的作为里面，有时候行政机关还比较仁慈一些，会帮助当事人，或者是由于他太忙没有注意到啊，或者是行政机关彼此由于没有协调，这大概是我们目前的现状。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的法律的那个，其实在国际上哈、啊、不好意思啊，在国际会议上他们也认为说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应该持续的来观察台湾的一个发展。那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这位当事人不管他是先生或太太，他跟那个配偶相处的状况没有改变，但由于国家法律有意识的区隔，同性可以结婚，不同性你可以登记同性伴侣，所以以至于由 A 跳到 B 的时候，发现自己权利将会产生重大差异，于是透过这一个一个的案子，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学德国抄德国的话，要抄全部啊，哈，就是他们慢慢的发展，2008、2011、2012，其实透过不同的案例，哈，那当然也是随着社会的进展，哈，可是其实我们台湾，我认为各客观环境其实没有他们那么困难，哈，因为我们其实宗教的，就是跟政教合一的这个状况，其实没有他们那么困难，哈，那这个先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另外一个位置，这个辞职的论点，我想大家都很多。另外一个，我想要对这个行政立法机关喊话哈、哦，就是目前我们的行政、立法、司法，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LGBT community 过去都是被告嘛，对不对？被抓到了，被告诉、被告。现在积极的，因为由于社会变迁，哈、哦，慢慢大家也接受，慢慢也比较这个愿意去看到这个现实，所以也透过了这个行政、立法、司法不同的管道来企图。对不对？像国家要求你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只是因为你怠惰哦。所以立法机关相较于其他的行政跟司法，其实更有这样子的资源，因为更接近民众，因为每一次要透过选举，对不对？等等等的，所以是不是能够这个三权这个独立互相竞争的一个状况之下，也许立法机关哦更有这样的资源来取得头筹，就是不用等到那个行政机关，不用等到司法的那个，也许可以做这件事情。基于这个机关地位的尊严哈、哦，我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说这次的提案能够成功这样哈、哦。第三个就是社会学上面我们讲了排除的效果，这也是台湾人非常了解的，被排除在大部分的国际的这个community 之外，那种心情，你拿着这个台湾的护照出去，一定会还是被登记在那个 China， 然后 province of China， 这种心情。我想你大概问所有还没有出柜的人，大概就知道了，他要躲躲藏藏，别人。对你的看法跟你的自我认同永远都是有那么那点差距啊，会随着不同的生活领域有不同的程度的差异，这种心酸啊，
我想台湾人其实是相当可以理解的，所以也许我们在面对这个群众的时候，也许可以诉诸哦，就是说想想看嘛，对不对？大家都想要做自己啊，不管是在自己的家庭或工作或职场，或者是我们出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谁不想要就做自己哦？所以这个性别认同自主，也许能够希望能够考量进去哦。哎，我时间到了是吧？可以再两分钟吗？好，我要讲，一定要讲这个故事哦，因为我最近刚好在那个柏林，做研究回来哦。那我参观了那个柏林，当然很有名的这个犹太教的犹太的博物馆以及同志博物馆。好、哦，我从同志博物馆，你去看到那个德国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加上我这自己做美国比较法的研究哦，我印象很深刻哦。有一次我在读书的时候，就看到旁边的同学，我突然就这样，美国的话曾经有所谓的处罚肛交法，就是说同性在台湾是没有这样刑事的一个犯罪，可是在很多国家过去是有刑事犯罪处罚的。所以你从历史看，从以前的历史的排除，它是用刑事手段来排除这一类跟我们不同的人，譬如他的想象是这样子的。那你看到那个犹太博物馆，就发现它也是一样的道理，可能是因为种族，可能是因为性别，可能是因为性倾向的歧视，或甚至是性行为的方式。你从那个历史看过来，你就会发现说，哇，自己非常的幸运，我们活在现在，也愿意去思考这些问题。可是你也看到了那个相似性哦，我们永远会利用哦，国家很可惜的哦，主流社会国家都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去排除与我们不同之人。那现在不同之人就要来努力跟你讲说，我跟你是很像的，我跟你一样也有真爱，也有这个五十年的这样子的共同生活经验。可是我觉得其实应该反过来的，法治国家必须要问一件事情，你凭什么用什么样的理由做差别待遇？如果你说不出来的时候，请你用电脑的软体就把它回归正常，让它变成性别中立的一个基本的那个一个法律。那我刚刚讲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看着我的同志好朋友，我没有办法相信说他在2003年以前是被认为是刑事罪犯的。他在社会上一样读书比我更认真，我就看着他，我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觉得任何念法律的人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应该会坐立难安吧。就说你凭什么只是因为你是属于主流多数人的那一块，然后你就歧视旁边的人，而且还没有理由，还讲不出话来。好，那这个我想我们目前的这个提案也许可以做一些些的改变。最后一个那个关于传统，我觉得这个只要去问阿公阿嬷就会知道了。台湾的婚姻哦，从来不是以爱情或者是性为中心哦。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基本上大概情感性哦，传宗接代性哦，性当然很重要了，医疗跟照顾、安全感、归属感、价值传承、社会化，还有经济需求。台湾的婚姻不是只有爱情，从来也不是用爱情来作为一个主要你要能不能进入婚姻的一个门槛。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归到台湾婚姻的本质，这可以做很多研究了，应该已经很多研究了。所以婚姻从来就不只是情爱，就问阿嬷就知道，为何独尊婚姻，这个是法律体系必须要说明的，你凭什么将婚姻独自保护？所以有其他形式亲密关系的伴侣，如果他们也想要受到法律保护，为什么不行？这个是法治国家可能要出来说个有个给个说法哦。所以今天这个婚姻只是同志婚姻，我觉得这个提案哦，其实只是第一个步骤啦。如果还有其他余力的话，其实也可以办其他的讨论，就是说其他不同形式的亲密关系哦，不一定是以生殖，不一定是以经济关系合作关系，不一定是其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受到这个法律体系的尊重哦。那这个我想也许就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我们谢谢陈所长哈，那下一位我们就请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的吴绍文秘书长，那下一位我们请李勋杰主任准备哈。主席、各位与会来宾大家好。主席这边有一个程序问题请教一下，就是今天听说那个法务部次长有来到现场，是不是？好，次长好。那个我们的安排上有让次长有回应的机会吗？最后会有回应。OK， 好，谢谢。
那我就可能针对次长这边有比较多的那个一些提问，这样，因为今天看本来有一个很长的发言稿，后来看到法务部这个公听会的研析意见，看完之后心情就很不好，所以就是我但是还是把我们的发言稿先讲一下，这样，就其实同家会在这个2005年就已经成立女同志妈妈社群，那这个女同志妈妈社群其实就是女同志，然后她同时是妈妈的。就是他可能在婚姻里面，可是他是女同志，或者是他是女同志，然后他想当妈妈，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社群，其实2008年关掉的时候还有3000多人，而且其实到2008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辣妈电子报已经有15万人次的点阅率，其实这个社群在台湾一直都存在，这样，甚至这一年来，我们同家会有收到大概有5-6对我们自己的会员，还有我们会员的朋友，他们去加拿大或者去泰国做人工生殖的这样子的一个 case，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同志在人收养或者是在生小孩这个部分的需求，还有成家的这个部分，那个需求都是很大的。那我们现在就要说关于一些困境的部分，就是说，还有一个需求部分，就是前一阵子内政部儿童局也找我们，还有找热线一些组织去讨论关于同志家庭收出养的这个议题。那我知道我们在公务员的系统，如果今天儿童局都已经出来办这样的一个同志家庭的一个收出养的会议，就表示在社工系统部分已经碰到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才会上报，才会往上报，然后儿童局才会出面去处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天现场还有法官在那边跟我们一起讨论，还有收出养的机构，这代表什么？代表连收出养机构他们都已经看见，就是有同志家庭需要收养小孩的这个需求，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民间组织他们，我们自己的会员或是我们的社群里面，这样子的一个关于孩子的这个需求的部分，还有连收出养机构都有看见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议题显然它就是需要被处理的，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还有困境的部分，我们光同家会的会员我就举3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妈妈，然后她本来跟她的伴2个人就是说好要一起生小孩，结果孩子生了，结果那个没有付出卵子跟子宫的就跑了。那怎么办？如果是异性恋的社会，是不是那个有付精子的还要出一点力气？可是这个在同志的社群里面，这是一个问题，他没有受到法律的一些制约跟保障。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也有一对伴侣，他们就是前一阵子在加拿大去做人工生殖，就他们现在非常困扰，他们说，哎，我们现在要在加拿大生，还是我们要在台湾生？就是要出去生小孩这件事已经花很多钱，为什么女同志就是要比异性恋还要倒霉？就是我们生小孩要花很多几十万要去国外生小孩，然后生完之后回来之后，不，怀孕回来还要考虑说，我在台湾生的话，那我的伴没有办法有那个双亲的权利，那我还要跑去加拿大生，然后生完之后还要再想说现在怎么样，加拿大是他是 parents， 两个 parents， 然后回台湾说要不要想办法就是伪造文书吗？还是什么吗？让他那另外一半也可以有侵权，这都是一些问题。这问题就很像前一阵子加拿大办事处他们外交官来台湾，结果他的配偶没有办法，他是同性配偶，他没有办法在台湾有相同的这个夫妻的这个权益。听说也有请那个外交部有请法务部函示，法务部就说没有办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些困境。那我会觉得说，我们想生小孩，生完小孩之后，然后那个孩子可能被迫单亲，然后或者是说这个非生母的一方也没有办法有亲权，这都不是很符合人权的做法。然后另外第三个，我们的会员有一个 case， 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在实际上抚养这个从已经结婚然后离婚的这个妈妈，她带小孩子出来，就他抚养她，可是问题是她实际上抚养了小孩，她也跟那个妈妈共组了家庭，可是她身为公务员她也没有办法获得减免嘛。然后她今天要买房子也不能用单身，她也因为她不能跟她的伴侣有一个就是婚姻的这个认可，所以他们显然就要花更多的这个资本在处理成家的议题上面。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实际案例哦，我今天只举了3个，因为我讲太多也觉得很烦。但是我也是说，这些 case 其实就是说，法律它就是，现在台湾法律就是让同志的这个家庭保障不但不符合孩子的这最佳利益，而且其实对同志家庭是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什么叫实质上的伤害？如果今天在台湾，我们知道贫穷化已经是个问题，就是说年轻人今天要成家，很多年轻人成家其实都需要父母亲的一些支援，比方说
要不要买房子，或者给一些协助。那同志怎么办？今天在成家部分，也许还没有出柜，父母亲已经没有支持，然后他连在这个购置产，然后或是在离，就是有人过世，然后这个财产的继承上面，他都没有异性恋这样子的一个原本理所当然的权利。那是不是同志族群更有可能有贫穷化的现象？然后还有就是说，我刚刚已经提过孩子的部分，孩子的这个最佳利益。所以我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说，关于法务部这个回应这个意见。第一个，法务部说，已经做过研究，但是呢，本部认为此项议题还涉及什么什么，尚有进一步要研究的必要。那今天这么多的那个专家学者已经说完，他们就做过研究了。那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法务部说还要再研究到什么时候？也许等一下可以请市长就是回应一下具体的研究的提成这样。因为听说去年台北市政府都已经七月都已经召开会议，就是在讨论说他们员工的这个配偶是不是可以放宽那个性别这个部分的要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第一个是关于研究提成的要求的回应，第二个就是说，法务部说这个要结合公民共识，我们实在是不清楚什么叫做公民共识，到底我们要公投吗？还是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今天已经有这么多的同志社群来，而且连不是同志的法律学者都已经来表达他们对于这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意见，然后连八月份佛教的法师都站出来帮同志证婚了。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共识还要是不是要办公投，就是请法务部到时候再回应一下。第三个就是说，这法务部第三点跟第四点这个回应，其实显然就是因为这是游美女立委她的一个提案，那看起来其实心里面不是那么的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作为国家的纳税的义务人，可是我们的国家就是法务部在这件事情上，它看起来是非常被动的。就是我们必须说，就是说，今天法务部不做这个立法，主动提立法这件事情，它可能不只是就是没有勇于认识而已。法务部今天没有主动提修法，这可能已经是在放任这个异性恋的社群在歧视同志。比方说以前那个屏东有那个同志的烧炭自杀，然后就是其实法务部应该要理解国家的认可，对于偏远地区，我们有很多乡下这些的老人家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同志结婚对于他们子女的这个意见，我认为这都是重要的。那另外一就是说，也是放任这个同志族群可能有贫穷化的这个状况。那最后呼吁就是说，这个议题它并没有像核四啊、统独啊，是一个非常有大旗舰的部分。我不知道同志合法结婚这件事情，我们是剥得资本家的利益还是企业的利益，没有这些问题。甚至连异性恋同性恋要结婚，异性恋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利益的剥夺。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去做，我们非常期待除了立法机关以外，那个司法机关也可以主动提出他们的修法版本，在这个法那个会期来讨论这样的。好，谢谢。我们谢谢吴秘书长哈。那我们下一位先请那个萧美琴委员好发言，那接着我们再请李欣姐，不好意思哈。主席哦，今天与会的各界的专家哈，各界运动的参与者大家好。我想今天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议题哦，重新在立法院被提出哦，我相信这个都是持续一个公共政策讨论非常重要的过程哦。那本席曾经在2006年哦，跟其他的立委同仁林淑芬委员等人共同也有提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案子啊。那很遗憾哦，在那个时候呢是未经讨论哦就予以封杀哦，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一个虽然不是正式的委员会的议程里面哦，但是是用一个有列入记录的委员会的正式公听会里面哦来做一个讨论哦，我相信哦都是另外一步的一个进展哦。但是呢，我必须又说哦，我今天看到这个法务部行政部门这样的一个对今天这么重要又涉及到这么多人的基本权益的立场哦，居然是这么的保守，居然是这么的封闭哦，甚至是还要继续研究。那既然已经委外所进行的研究报告的内容都已经是朝支持这个同性伴侣制度这样的方向了那我是不晓得这个法务部还有必须这个还有什么立场可以继续的来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
令人失望的原因哦。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是一个同性恋者的存在哦，是一个社会的现实哦，是一个事实存在的哦一个现象。那么我们政府部门不但不积极去回应，对于已经发生的衍生的问题哦，包括很多的数据也显示哦，包括尤其是青少年哦，这个刚刚正在成长阶段的这个青少年，很多的数据都显示哦，包括忧郁症哦、自杀倾向的比例哦都特别的高，所以我必须说，这个不只是涉及到基本公民权益的问题哦，更涉及到我们许多的公民人格发展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可以用更开放、更包容、更尊重的态度哦，我们其实这个社会是能够更多元、更丰富的。那我自己是非常的幸运哦，我在这个念书的期间哦，学校本身就是做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哦，能够让我们大家哦都能够再进一步针对不同性倾向的人哦，他的相关他的这个不管是性倾向的观点也好，或者是跟这个社会互动哦所面临的种种的挑战，我们都能够有更包容、尊重甚至了解哦，不只是包容别人，我们甚至能够欣赏不同性倾向他对这个社会的多元化所能够带来的一个贡献。可是我真的非常遗憾，现在的行政部门还是采取这样一个回避、保守哦、抗拒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还是要提哦，我们今天重新再提出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哦、这样的一个修法的方向哦、我还是要呼吁哦、我们能够从善如流哦、那包括立法院其他的同仁哦、也都能够共同的来支持哦、我相信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当然也有一些我们民间的社团哦、提出这个伴侣制度哦、这个都是可以同时去讨论的。那我也相信今年是2012年哦、在我第一次提出合法化的版本，2006年到现在也经过了6年的时间。我们看到每一年这个同志的游行哦，人数参与也越来越多。这个社会不管是在媒体的公开讨论，或者是在各个领域，包括我们已经通过的其他领域相关的法案，包括教育以及这个工作权益的性别平等相关的这个法律，我们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进展。而且民调也显示，社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共识的达成哦。各种民调哦，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过半的支持哦。这个有甚至有高达60%左右的民众哦，现在是可以支持跟接受哦同性婚姻的合法化。那我相信这样的进展不是没有意义的哦，它应该要能够反映在台湾司法的一个进步性上面。所以还是要呼吁哦，我们如果今天能够像别的国家，像我们。我们同事做政治的人，我看到在德国的例如说他们的副总理柏林的市长都是公开这个出轨的同性恋者，他甚至是在做国际的国事访问啊，对啊，出柜哦，出柜，对不起，我讲错，讲太快哦。他能够正式的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的场合哦，国际会议哦，正式的带着他的伴侣哦，而且是受到祝福跟尊重的哦，这个已经慢慢的在形成一个世界的潮流哦。那我希望台湾也能够成为亚洲第一个哦，能够尊重不同性倾向的应该享有的基本的社会的公民权益。我希望台湾的社会成为第一个哦，能够让这个。不同性倾向的人能够免于歧视哦，能够享有这个基本的尊重哦，能够有更进步的、更开放的一个社会空间。我相信这个对台湾整体的国际形象也是正面的哦。那所以希望在这边再一次的呼吁哦，这个不只是行政部门哦，当然。可能今天还没有，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我们在立法院到时候必须参与这个修法程序的其他委员的这个反对意见的呈现哦。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哦，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涉及这么多民众的基本的公民权益的议题哦，能够获得重视哦，能够进一步的推展台湾真正的符合国际人权的基本的标准。谢谢。我们谢谢萧美琴委员哈。好，那我们下一位再请台湾同志咨询热线的协会的文宣部李主任，吕欣姐李主任。好，
主席、各位伙伴、各位先进，大家好，我是同志咨询热线代表吕新杰。那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也谢谢主席还有其办公室长期关心此议题的这个努力，让同志婚姻的议题多年之后可以再次在国会中讨论。那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台湾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讨论，从1996年许佑生跟葛瑞公开结婚，一直到2000年齐家威大哥他登记结婚到申请释宪被驳回，到刚才美琴委员有提到2006年他提出这个婚姻草案，同志社群其实一直希望拿回这个伴侣缔结这个权益，这个期待从来没有 消失过。那热线在15年来同志从事同志社群的工作，我们其实感受到台湾的同志社群长期以来对婚姻平权这样子的一个急迫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得到政府首长的回应不是我们今天马英九总统说要社会共识，就是那个我们的行政院长说这是哲学问题。那我个人不是哲学系毕业啦，我念社工系，所以我不太知道哲学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算一个哲学问题。但是其实显示我们的政府机关目前其实看不到民间真正，你公民真正的需求也跟不上时代明确的开放脚步。那同志咨询热线我们并非法律的专家，现场有很多法律的一些专家学者，但是我们日日夜夜其实深刻感受到台湾的同志朋友他对于国家政府的不信任感，因为这个所谓的不合法让很多的同志朋友他跟这个国家是断裂的，我们的关系是断裂的。为什么？就算我认真求学缴税工作服役，同志朋友都认为这个国家不会为我做任何事情。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心态，从一个我们最近在进行的方案就有很明显的这个看到这个样的状况，同志咨询热线跟现代妇女基金会合作的同志亲密暴力的这个合作的方案，我们其实有服务过蛮多的同志亲密暴力的同志当事人这样子。那讲到这个就很有趣啦，就我们没有同志伴侣的关系，但是被打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这样家暴法，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吊诡的状况齁。但是实务上我们的确是有经手过蛮多这样的当事人齁。那大部分的朋友他们给我们的回应都是他们宁愿被打死也绝对不会上正式的支持系统来求助。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认为他们的身份只要一旦被国家知道了，他会留下记录，他觉得这个国家不会保护我，我必须自己自生自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就反映了出来说这个婚姻跟伴侣权益它不只是一个所谓的虚无的哲学问题，而是现实的非常迫切一个需求，也是攸关民生的这个基本保障。好，再来呢热线认为呢国家的法律不应排除每个公民组成家庭的这个基本需求，这就是一个制度性的歧视和排除。那今天所有的公民都有所谓的人身安全以及组成家庭的一个基本权利，我们希望这个政府机关可以看到同志公民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台湾社会里面。但另一方面呢，台湾家庭结构和夫妻关系的日渐改变呢，我们其实也感受到现今的婚姻制度其实是没有办法全面符合社会需求的。那在热线长期我们15年来经营社群工作的服务当中，我们也看见很多不同模式的伴侣关系，更多的家庭结构包含是所谓的联合家庭的一个关系，或是有伴的家庭，甚至是所谓的开放式的关系。那我们其实也观察到在这样的关系和与性倾向其实是没有直接相关的，它真实的就活在这样的实质家庭关系早就存在在现今的社会当中。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位义工朋友，他没有跟家里出柜，那他对他来说唯一像家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学住在一起的同志的室友，他可能会换他的伴侣，但他永远跟这个同志的室友，他们是知道彼此的状况，他在他需要的时候可以提供他情感上的支持与协助。那我们觉得这其实就是家庭所要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这种避风港感觉，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有人在旁边支持你。我觉得其实同志朋友需要的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认为不管是身体上心理上还是经济上的最能彼此扶持的
他就能成家。那成家不应该是绑在一个所谓的婚姻关系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哈。所以热线也认为，更具弹性的伴侣制度和多人家属制度，其实也是争取成家权的一个重要法令哈，让台湾的230万的同志朋友和他的家庭可以更平等的活在台湾的社会中。好，那我在这里也讲另外一个我自己在雪梨刚念书回来，我感受到一个例子哈，我自己在同志运动的工作当中，大概也快要八年多的一个时间。那我自己觉得我其实已经非常的性别多元，然后可以非常有各式各样的跟性别有关开放的想象哈。但是我在雪梨念书哈，在填那个入学登记的那一天哈，我被一个表格困住了。那个表格就是需要我填我的家人的关系，那里面就有一个 parents one 跟 parents two。好，我当下就想不出来 parents one 跟 parents two 是什么意思。那谁是 parents one， 谁是 parents two？ 是我爸爸是 parents one， 还是我妈妈是 parents one？ 然后我再把那个表格往下看 ，parents one 下面有两个选项，叫做 male female。然后 parents two 下面有两个选项，也叫 male 跟 female。然后我看完那个表格，我才想到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笨？澳洲是一个有实质伴侣关系保障的一个国家哈，所以他们是在现状是有非常多的孩子，他有可能有同性的父母，所以他们为了让这些孩子他们在填表格的时候不会遭遇到困难，所以他把这个表格设计成很中性的，就是双亲一、双亲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那我其实，在那一刻也感受到哈，就算我是一个同志运动者，我自己的脑袋里也还是被。因为我生长在台湾，我被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状况被框架住了。那其实也在这边可以邀，希望可以邀请大家哈，我们一起跳脱这个框架来思考看看哦。那就算今天真的让同志伴侣权益合法化，不管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到底对我们的社会会有怎么样的损害？好，我目前是想不到。好，那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边想想看，讨论看看。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李主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简志杰秘书长。这样听得到吗？是很矮的关系吗？好，主席好。然后各位与会的来宾大家好。那我代表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简志杰在这边发言。这一次要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司法法制委员会对于同性婚姻合法以及多元家庭法制化的一个安排，然后让这个议题终于能够纳入我们国家的议程作为正式的讨论。但是在这里，因为伴侣盟也会非常衷心的期待这样子的讨论不会是一个只有停留在同性婚姻平权这样子的一个议题，而是能够像刚刚与会的多位的朋友提到的，要能够看到不同的成家的一个需求，然后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一起去思考，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真正的让台湾的家庭制度可以朝向一个民主化的发展。而且其实我们也要说，在台湾社会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多元成家的概念其实并不是一个那么陌生的。那刚刚其实肖委员有提到，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个发言稿里面也有提到，台湾的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支持度其实早就过半了。那针对伴侣盟其实提出来的草案，我们已经在今年的七月提出了一个我们已经历时两年多讨论的一个民法修正草案。那这份草案在这边，那非常厚的内容大概有80几页。那这份草案是我们直接修正民法，那里面就包含了婚姻平权，包含了伴侣制度，包含了多人家属以及收养。那这一份草案我们从九月开始公告在网络上，七月公告在网络上，九月开始号召联署，至今已经有超过4万多人，超过218个团体已经共同支持联署我们的草案。那这两年多来我们也大概大街小巷跑遍全台各县市，那已经有超过200多场的演讲，超过10000多的人次。在这样子的每一次面对面与群众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只要听过我们的一个诉求之后，几乎每一个场次都有高达80%以上的人会支持一个多元家庭的立法
的一个方向。甚至当我们再去询问与会大众，你们到底是希望能够去未来，你们会觉得例如是婚姻还是伴侣还是多人家属是符合大家的成家的想象，以及现在大家一个实质上你们对于家庭的一个实作，我们看到其实不依照不同的场次不同的区域以及不同的民众的一个属性，最少最少也有三成，最高甚至高达八成，其实是会支持甚至是偏好未来他们是要采用伴侣制度以及多人家属制度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公听会，这一次大家对于婚姻平权好不容易聚集在一起，我们要在同时也要看到，其实婚姻并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尤其是在台湾现在的这个社会上。OK， 好，那我们希望这一份草案能够纳入这一次公听会的真实的一个记录。那接下来就是针对伴侣盟的这个草案，我们提出了三点重要的一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我们认为应该是要直接修正民法，而不是用特别法的方式保障婚姻平权，因为我们认为婚姻应该要直接的打破性别的限制，让双方的当事人并不会受限于自身的性别，或者是受限于对方的性别。无论你的生理性别为何，无论你的性别认同为何，其实都不是阻挡大家自由缔结婚姻的一个要件。那第二个，我们会认为就是要去提到，就像之前的先进在提的，其实婚姻的认可，其实它升值了社会文化的意涵，而且它其实对于华人社会来说，就是有非常实质的这种结婚生子的压力。那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说，台湾的社会其实有非常多人是拒绝结婚的。他们是不想要进入婚姻的，但是他们确实是有长期的伴侣关系，或者是多人的家属的关系。因此第二点，我们特别要提到，除了婚姻的平权，国家应该要开放一个不限制性别、不限制性倾向，而且并不是以性关系跟生育作为基础的两个人的可以自由缔结的这样子的伴侣关系，而且这样的伴侣制度绝对不是婚姻的刺激品。它不是一个只是把婚姻的某些要件拿出来兜一兜，就说不然这样子一些权利保障给你吧，它不是刺激品，而且它也不是婚姻的替代品，它应该要是一个对于人民来说实质的，而且是平等的，而且是真实的一种另外一种选择。而我们的伴侣制度的一个内容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透过这一些希望能够进入伴侣制度的朋友们、团体们一起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一套伴侣制度，我们认为不应该要去另定特别法，因为另定特别法的话，会将伴侣家庭特殊化，而且标签化。在我们的草案中，我们希望这样的伴侣制度是直接纳入民法的保障。而在我们的规划中，伴侣制度有一些特别的几个重要的方向，也许可以也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伴侣制度的效用其实仅止于这两个人之间，不会扩及他们的亲属关系、其他的亲属关系。第二个，在居住、财产、遗产的继承上面，都可以开放双方自由的协商。第三个，重要的是可以允许单方面就能够解消这样子的一个伴侣契约。这样子的契约的内容是希望还给台湾的公民一个更为比婚姻更为弹性自主的，而且更重视当事人可以自主协商的，而且是鼓励好聚好散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内涵。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说的。第三个，伴侣盟提出的是已经提出了，在家庭这个成立上面，其实往往不只是两人，家庭其实往往是多人的，是有伴的，是三五好友的，而这样子的实例已经浮现了。我们看到法务部在回应多人家属的意见的时候，就直接说，其实我们的民法里面有一章叫做家，然后其实就有法务部就直接说，这个可以依照我们现行民法相关的适用。可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其实现在这一个民法的适用，其实它并没有一个依据的原则，也就是说我要如何去证明谁是我的家属。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一章也是必须要稍作修正，就可以把这一些不同的家庭纳入，比方说它并不是要以
它并不是要以亲属团体作为一个作为基础，它可能会是扩及非亲属团体。另外一个，其实在我们的多元成家的想象里面，并不见得一定会有家长跟家属的分别，所以我们认为家长家属应该要是被修正的条文。那这些修正条文我们都有在草案里面呈现。那重点是拜盟提出的这三胞胎立法，其实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立法给予同志平等的成家权，并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性的宣示，能够扭转目前在台湾非常深刻的性倾向的歧视。第二个，我们也必须要破除异性恋婚姻作为唯一的成家的幸福的想象，也只有透过不同的制度同时并行，才有可能彻底的挑战现在异性恋父权家庭中目前非常深刻的这一些性别的文化、性别的接续，而且提供给这一些反抗传统进入婚姻的这些公民们，反抗父权家庭的公民们一个真实的可以反抗的立基点。那这是我们提出来的草案，那希望大家参考，谢谢。好，我们谢谢简秘书长。那下一位我们请同光同志长老教会也是律师的林春元林执事。主席、各位先进、各位记者朋友、各位大家好。那我是代表同光同志长老教会的林春元执事来发言。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被通知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听会。那我那时候脑子里面立刻跳出两个惊叹号。第一个惊叹号是好的惊叹号，就是原来我们已经有很立委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主动的来推动这样子的公听会。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那第二个惊叹号其实是有点疑惑的惊叹号，就是这个一个法律的座谈会，为什么究竟会找到同光教会来？就是什么时候法律公听会会注意到宗教团体？那我想原因大概只有一个，就是说现在在社会上大家比较有浮现的，比较有看到反对同志婚姻或是同志各方面平等权利的，可能很大的声音是来自宗教团体，那尤其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团体。那我想也是因着他们这样子的立场那我今天有办法在这里发表一些我们的看法。那大家如果稍微有注意到一些新闻或是这个相关的议题的动态的话，会发现说这些我们就是比较反对统治的团体，他们不只是用教会的名义，他们其实也透过像家长或是学校，或者是说各式各样的游说来想要促成他们就是阻挡同志婚姻法或者是同志性别平等法平等教育这样东西的推动。那对于这样的现象，其实我们有两个简单的回应。就第一个是说我们其实非常尊重各种教会有不同的声音，然后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信仰，可是这些信仰它从来不应该也不会是指导国家立法的一个唯一的什么东西，它只是众多不同的意见的其中一个。那这些意见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继续的讨论，但是它从来不应该是来指导一个立法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是说当我们大家看到这些很多的教会好像都这样子说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像整个宗教界都是反同的。那我今天想要在这里澄清的就是这件事情。就第一个是说，同志是不是被圣经所排斥的，是不是被这个宗教所排斥，这件事情其实在全世界已经讨论好几十年了。那结论是说，其实在主流的神学院或是大学里面，他们多半的意见早就已经提出来，是说这些圣经常常被用来攻击同志的这些圣经经文他们其实如果仔细去考察当时的社会脉络或是整个圣经的解释，或者是说从人类学不同的观点来看的话，都会发现说这些经文其实它真正的背后并没有去想要将同志入罪化的这样的意思，甚至是它背后想要讨论的是说它想要反映出其实神是
对所有的人的爱是无分宣制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对于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说上帝爱世人，他不分男女老少，当然也不分同性恋跟异性恋。那他的核心一个精神其实是平等跟包容的。那这个是关于宗教这个部分的回应。那第二点我们想要进一步去说的，其实是想要回应，就是主席提出来的这个参考的提纲，就是那民法或者是多人家庭这样子立法上的推动，应该要从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做。那刚刚其实有曾老师其实已经有稍微提到，他是从立法技术或是从比较法的观点来看，就是说这个技术上是不是要采取一步到位或是阶段性的这样的立法。那我想要去说的是说，其实我们的观点其实会想要去问的是说，那从这个社会的需求或是从同志的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来想象这个立法的推动。那其实我问过很多的同志朋友，包括我们教会的会友，其实他们对于同志婚姻或是一个法律的保障的想象都非常的模糊，几乎没有办法想象。对，那这个没有办法想象的背后反映出，他们根本在这个法律制度底下，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可以要求什么，可以想象什么。那关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如果类比到性别平等去的讨论的话，其实可以看到类似的轨迹，不是吗？就是在一开始女性去争取平等权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跟男性一样，可是后来他们说其实男性跟女性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不一样的东西。结果这些不一样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又有学者说，其实你们这些不一样的声音不是女性的声音，是受害者的声音。那有人就问他说，那女性的声音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因为男人的脚踩在女性的喉咙上面，所以除非你们把你们压迫的脚拿开，我们才有办法说出我们的声音。对，那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来看说，那同志婚姻法、民法还有多人家庭这样的法律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义。那第一个我们要说的是说，在同志婚姻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相当支持，就是从既有的民法去推动，因为这是一个从刚刚很多人都已经提到，这是一个平等的角度。那同志跟异性恋一样，他们有类似的需求，他们有不被歧视的权利，所以在民法上推动，它既没有区别的必要，它也没有区别的理由。那我拿一个加拿大最高法院在2004年做出的一个咨询意见，它是说，当时是讨论要不要用同志婚姻法跟伴侣法这样子的立法模式来做联邦法律的推动。那加拿大最高法院就是说，当你把同志区别开来，然后特别为他们立一个法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去歧视他们了。对，然后你可能在法律里面有不同的设计，但是你真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跟异性恋不一样，他们没有平等的保障。那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觉得在同志婚姻的立法上，其实就应该透过民法直接去修正那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这个分别。那在多元家庭的部分，其实我们会有更多可能的想象。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没有特别去坚持说一定要透过民法这样的方式。对，那原因是因为很多多元的想象，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跳脱现在民有的民法的框架去做突破，或者是说这个突破其实有点困难，就是我们不太知道在这个法律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个权利去想象。对，那就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很 appreciate 那个伴侣盟其实长期已经在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然后汇集大家意见去拟出一个多人家庭这样的法案。那不管是用民法的形式来推动，或是利用专法，我们其实都给予高度的支持。那最后我们想要回应一点，就是也是我们看到那个法务部的意见，就是我们确实觉得不管是同志婚姻法或是多人家庭法，他们其实都事关重大，会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法律或是部门。可是这个也同时反映了，就是说在没有修法的状况之下，同志朋友或是非婚姻的伴侣，他们受到这么多的限制。所以我们已经受到这么多限制的这么久，
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往前一步？那我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这个案例，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先透过最高法院做了这个修正之后，他们先修改联邦的法律，就是联邦的这个一男一女的定义，接着他们就陆陆续续通过很多包裹式的法案去修改整套的东西。如果没有前面这个定义的修改，后面的那些法律也不会有继续的推展。那以上是同光教会的发言报告，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林执事的发言哈。那下一位我们请妇女薪资基金会的秘书长林时芳律师哈。谢谢主席，谢谢在场各位。那我们这边妇女薪资基金会作为持续推动，就是特别在当初有委员也还在妇女薪资基金会担任董事的时候，我们就持续推动民法亲属篇的各种修法。那我们这边也特别在今天是非常乐见看到，我们今天除了民法亲属篇在第一波我们要修除掉对于男女不平等的相关修法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民法亲属篇今天要进行第二波，也是非常能够开创性的开创，能够去除掉我们整个社会上对于不同族群间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的修法。那跟针对法务部的所提出的相关意见呢，我们这边先提出第一点。我本身自己是做法律史的研究，也就是说做法律的历史。今天法务部在他们的回应书面说，今天婚姻应该要是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社会共识不够，所以我们要继续讨论。但我们必须说，在历史上来讲，台湾这块土地上曾经经过的伤痕来说，婚姻从来就不是一个当然的治民之理，或是只是一个社会共识，它是一个法律对于人民生活介入的赤裸裸的权力运作跟暴力。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就非常的清楚。第一个，原住民族在经历亲治第一次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婚姻是不是婚姻？他们一样就是说可能是这样一男一女的结合，可能是这样子就是两个人两厢情愿的结合，有些社会甚至是母系社会，但是他们这些婚姻在清朝的统治者进来的时候，在清治时期，他们被认为说他们是野合，他们是没有经过媒妁之言，他们男女杂居，他们男女无别，所以这些不懂文明的蛮荒人士，他们所营的家庭生活不被认为是法律上的家庭或婚姻，因此上他们法律上关于婚姻的相关的种种权利被剥夺，这是例子一。例子二，在日本时代，台湾的女性或男性，当他要跟日本的女性或男性结婚的时候，因为户籍法的相关规定，他没有办法进入日本时代的户籍，因为日本的统治者他心中还是觉得说，我怎么可以让你们这种低等的被殖民的人士跟我们高等的殖民人士殖民结婚之后，你就可以取得我们高等殖民人士的国民的公民权，变成我们的国民呢？所以在他们某些殖民因素或是政治因素的运作之下，台湾的人民在跟日本人民结婚的时候，一直到1923年之前，都不被法律上正式承认是民法上的婚姻，也就是他们只能够变成所谓的内缘关系，也就是事实上婚姻或是野合，或是就是所谓的内缘关系。所以这些孩子出生之后，他明明是出生在一个一男一女结合的家庭之中，但这样的孩子不好意思，他没有办法被视为是婚生子女，他是私生子，他跟父母之间要另外透过认养的关系，透过认领，透过种种的法律手续，那彼此之间的相关的财产继承、相关的权利保护，不好意思，都没有办法受到国家法律上正式对于婚姻的保护。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说今天国家对于人民的结成家庭的权利的立法而已，它不是一个只是人民单纯的我想或是我愿意或是我要而已的这样的权利，它其实是一套绵密的制度网络，针对人民生活在整个法律社会之中，你必须要跟整个国家社会发生关系的时候一个交织的网络。所以因此我们今天妇女薪资基金会，我们非常乐见这个民法亲属篇能够进行这样子的一个第二波的修正，特别是刚才也有先进提到，其实很多人根本在结婚之前其实是不知道他在法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的。我们作为律师其实很常看到女性的当事人，她其实是离婚的时候才会哭哭啼啼来问你说，哈，法律怎么会这样规定，怎么这么不公平，原来我们国家的法律这么歧视女性。
不好意思，他在当初签下你说多少人竞争的签去开开心心请婚礼办喜酒，或是说进入户政去登记结婚的时候，他真的看清楚国家的法律到底在婚姻中给他的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说，今天同志们很多也是真的遇到了生离死别人生的这些痛苦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说，原来我们的国家是如此的歧视我，然后不给我这些其实其他人都应该要享有的结成家庭的权利。所以我们特别认为说，第一点，婚姻应该要对所有的人开放，而不应该只限于是一男一女才能够进入婚姻制度。所以我们认为说，民法的亲属篇应该要加以修正，不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封闭性的一个这样子的限制。但是呢，也因为现在的婚姻制度仍然有它许多没有真挚完善的部分，譬如说关于他的离婚其实还是非常的困难，其实我们国家还是采取一个离婚破绽的主义。那在其实很多非常说世界上的国家其实已经采取就是说离婚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状态，就是应该不应该是强逼当事人一定要证明说对方是有责的一个破绽的主义。那甚至是说我们也其实也很常遇到说，甚至我们去社区大学演讲或是去社区进入演讲的时候，其实很多阿公阿嬷会跟我们说，其实他有时候想要结成第二春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他的儿女马上就会第一个跳出来跟他说，爸妈你要再结婚是不是因为那个人觊觎我们的财产。然后就是因为这样遗产相关的继承权利，其实在我们的国家的制度中，整个婚姻的配套是在民法制度中严格的被限制死的，而人民其实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权利。那特别更不用再提到说，相关于通奸早就在世界各国其实都除罪化的情况之下，我国却对于通奸罪仍然仍有刑事的告诉。所以我们也认为是说，今天除了第一点，婚姻应该要在民法亲属篇加以开放，而它开放之后，这个相关的定义就可以透过配偶的相关的法律解释，然后延伸到其他的相关法律也应该要进行包裹性的立法之外，我们也认为说，第二个，国家应该要提供另外一个不同于婚姻制的伴侣制的选择，给予人民能够去做一个这样的选择。我们在这边讲一个小故事，像譬如说，今天如果有一家餐厅，你走进去之后，他就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或这位小姐，我们今天只提供一种套餐，那你如果不吃呢，就请走出去。然后呢，而且这个套餐呢，不好意思，从前菜、沙拉、主菜都不能换。你说，我今天肚子比较不饿，我是不是可以先吃个沙拉，喝个饮料就好？他说，不好意思，你不吃就全部都不准吃，给我出去。然后呢，今天还告诉你说呢，而且呢，你一定要两个人一起都吃完了才能走。要么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人不愿意走的话呢，两个人就要一直留在里面吃到完为止。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婚姻制度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制度，它其实强迫所有的当事人，你要么就选择婚姻，要么你就是所有的社会福利制度都拿不到，所有相关的保障都没有。但是这样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我们认为说，其实我们今天大家走进各个餐厅，你都会觉得说，我今天应该有合理选择 A 套餐、B 套餐、C 套餐的权利。那为什么我们在法律的关于相关的家庭制度的选择之上，如果在法律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什么不给当事人能够给予他关于我的财产制我要怎么样安排，关于我的继承我要怎么样安排，关于我之间的夫妻两方或不管是夫或妻或是同性的组成家庭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如何安排的套餐的组合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不只是婚姻关系应该要开放给同性的伴侣能够也要进入，特别是我们也看见说婚姻本身具有的压迫性跟具有的一些尚未真挚完善的部分，应该要给予人民能够更进一步的修法，给人民伴侣制的选择。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台湾性别人权协会也是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委员的王平秘书长。主席，各位大家好，我想我尽量简单一点，因为前面已经谈蛮多，那我是觉得因为今天其实
支持跟赞成的社团还有一些学者专家，我觉得意见算一致，不能说完全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小小的空间讲一些不太一样的话，也许不会完全不一样，只是稍微有点不同。我其实是在前面听到几位，特别是静雪、美瑜跟雅婷在发言的时候，我认为其实他们谈到一个是长期我们在同志运动里面很关切的一个议题是，其实同志在台湾这个社会是承受很多歧视的，过得不是很好的。你今天说同志活得好不好，其实我觉得答案应该不会是都说很好，如果说有很好的话，我认为也是极少数。所以如果今天同志婚姻合法了，请问我们会不会就过得比较好了？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很肯定，我要说不会。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我觉得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了要让社会接受我们，所以我们要想到一些可能性，这个社会认为这是合法的，这是 OK 的，于是我们要可以被认可。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如果说我们是要有一个人权的对待，我们是要有个没有差异的对待的话，本来就应该什么事情都不应该有差异。那为什么这个认可是这么的困难？我们要透过同志婚姻这样的渠道进去，然后让我们获得认可呢？这是我想提出一个运动的路径，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也许我们要厘清的一个，就是婚姻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刚刚好也接在伴侣盟跟新知的后面发言啊，因为他们也提的蛮多。其实我觉得婚姻早就不应该是传统婚姻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面对现代婚姻的概念，现在的婚姻就应该不应该是一个压迫性的制度，也更不应该是一个排他性的制度。刚刚讲的很多，现在的婚姻是由异性恋来控制，所以就排除了同性恋，这个我们觉得不应该。但是同样的，如果我们同性恋进入了婚姻以后，我们也要意识到这个排他性是继续存在，因为婚姻是很有门槛的，有些人真的是进不了婚姻，他就成不了婚。那这些人在大家都结婚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压力是，同志如果都结婚，我们这种老的啦，就是没有资历的啦，跟异性恋是一样啦，你就结不了婚。所以逼婚这个压力，不管是什么恋都一样还是存在，这就是婚姻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婚姻就必须要有解放的可能性，这是我在思考。所以我很期待如果我们在谈婚姻的时候，可以把婚姻的体制一起来谈。过去长期也跟委员一起也参与过一些妇女运动针对婚姻改造的一些议题。其实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在法律的讨论里面有讲过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还相信的话，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个民事契约，我觉得它就是个生活的选择，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轻松的态度去看待它。我们的身份其实不应该被绑在婚姻上，透过婚姻来建立我的身份的被认可。如果它只是一个生活的选择的话，当然我认为谁都有这个选择权，那这个事情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谈到那个同志的处境，如果不能透过同志婚姻来一步到位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很觉得很棒的是静学他们能够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我认为站出来是个关键，他改变了这个社会。那我们站出来要求的一些东西，当然社会要听见。那这个听见，我觉得因为我们站出来有可能改变社会的话，我们才有可能看见父母可能会同意，家庭到旅馆到餐厅有可能会接受我们，那这个改变是我们创造的。那我这个也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要讲一个我对两个事情的怀疑哦，一个是当前面谈到我对婚姻的怀疑，我觉得婚姻不是万灵丹，进去婚姻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前面廖元豪也提到了，婚姻就是个锁链，你就 lock 在里面，所以法务部你不用担心，大家对你的质疑那么的糟，你们应该再大胆一点，甚至要更大胆。你不让同志进去真的没意思，因为只是把同志放在你那个大的 lock 里面，你只是 lock 异性恋，现在你可以 lock 同性恋，社会会更安定的。这是常常很多人在要求同志婚姻很大的一个说法，竟然你们没看见，所以我觉得也偷笑，你知道？你们的反对也让我觉得运动还可以继续搞。好，我觉得其实我对婚姻是有质疑的，我认为婚姻要解放，婚姻是个自由。我想在异性恋婚姻搞了很久的男男女女，早就觉得婚姻这档事我都不要了，怎么同志还要？那给你们吧，我们早就要离开婚姻了。加拿大就是这样，其实我有个朋友从加拿大回来，说他加拿大异性恋都不要结婚了，
结果同志婚姻很快就通过，因为同志愿意结婚。后来发现加拿大的同志也不太想结婚，美国的同志就过边境跑来加拿大登记结婚，很麻烦，因为离婚就很麻烦，因为还要再回加拿大离婚，这整件事情就是一个闹剧。我觉得我们应该现代社会有能力去面对这个闹剧，婚姻不要看得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对不起哦，在立法院谈这件事情真不好意思，我觉得法治也是我怀疑的。我觉得通过立法哦，真的不会好。我举一个例子，2004年到2008年，台湾通过多么性别友善的法律，一个我们的性别，这两个很拗口，性别平等教育法，一个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就规范了对于同性恋不得歧视。但是同性恋因为这样，你的工作有好吗？你的教育上有保障吗？根本没有。所以这个法通过到底有何意义？所以怕什么呢？这个法过了也不会真的改变任何事情，我觉得，所以不用担心。但是我要回来想的是说，作为一个运动团体，我真的没有参与伴侣盟的任何一个努力，甚至好像我在这边唱反调。我只是要讲，我觉得运动路径我们必须看到往前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要推动同志免于被歧视，免于受压迫的处境，我们是不是全部人都要来做这件事？我真的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我们应该共同一起去打造这个社会，是一个真的所谓的我觉得有前进的可能性。好，那我就发一点稍微不太一样的言，以便大家觉得我们旁都一言堂。但是我还是很谢谢今天的主席，还包括刚刚还在座的另外一个立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来让社会充分讨论。我真的很建议社会能够充分讨论这个议题，但是我真的要说，同志运动的结果绝对不是同志婚姻的通过。也请各位公，我现在有个身份很尴尬哈，就是我认为同志运动的成果不在同志婚姻的达成，甚至我很担心你们会认为都已经同志可以结婚了，同志还要什么东西呢？我认为它绝对不是。那这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谢谢。好，谢谢。我们现在所有的专家学者还有民间团体的代表都已经发言完毕哈，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今天列席的政府官员的回应哈。那我们首先我们请法务部的我们的陈长赐哈。赵伟，各位老师，各位先进，那首先我要说明的，法务部并没有怕什么。那法务部呢，在10年前左右呢，提出人权基本法草案的时候呢，写了一条，同性男女可以组成家庭，并得收养子女。就这一条的话，法务部呢被骂得要命，所以呢，法务部反而站在是比较走前进的方向来做。但是呢，法务部呢作为民法的主管机关，那关于同性的问题的话呢，法务部也是站在负责的态度，希望能够从事研究，而不是说我们避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所以我们说，要做法制化的研究，那为什么我们特别委托台北大学，我们戴老师这边来进行德国、法国、加拿大的同性伴侣？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同性啊，同性伴侣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明知山有虎，还患上虎山行吗？不是嘛？我们就从里面看看能不能取得让台湾能够接受的共识，接受的那个方向啊，不然我去找一个禁止同性婚的那个国家来研究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说要记我们这里面，我们的书面报告里面是比较简单的了，简单的回应说，我们是希望呢能够从各种研究中继续来看，寻求一个方向来，让法务部呢能够站在比较好的观点来看。第二个的话呢，要结合公民共识。所谓公民共识的话，并不是说绝对的啦，也不是说80%、60%、99%，不是这个意思。刚刚有老师提到说，应该还是夏委员提到说这个民调。那刚刚我请我们同事 Google 一下啊，老师说要 Google 嘛，对不对？那我们说联合报的愿景工程里面呢，探讨同志跨性别族群平等啊，这个刘意里面呢，有55%赞同这个同性婚姻呢、55%，不过61%无法接受子女是同性恋。这个很奇怪，台湾这个社会很奇怪呀、啊，哦，这个为什么这个节目变这个？那当然，其他的那个，我就不再说，各位有兴趣就去 Google 看看了。这就是说，法务部呢在进行某种法令啊、某种的修改的时候呢，或是研究的，我们要以负责的态度，要结合各个，虽然公民共识是其中之一呀、啊，哈、哦，并不是绝对的。比方说家庭、社会的支持度啦，那比方说德国、加拿大的，他把这个提升到宪法议题来啦，然后还有呢。
这个我们也稍微了解一下各国这个同性伴侣的类型呢，有同性婚姻，有同异性伴侣，有同性伴侣，有这个只承认异性婚姻等等各种不同的制度。所以呢，我们说所谓的形成共识的话，形成政策，因为我们这个政策里面的话呢，不只是法务部的民法，儿童局有儿童呢，我们行政院还有性别平等处嘛，哦，像这些的话等等，还有其他的呢。第三个的话呢，相关除了亲子关系以外呢，还有相关的刚才那个张老师张宏子张老师的第报告第五页第六页提到各种法令，都不是法务部一个能够解决的，所以呢，他前端可能会牵涉到后端，大家有让地位地略列好多法令嘛，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还包括健保、包括税捐等等这些的相关，这个呢也耳后啦，这个耳后当然不是一次也不可能一次到位的哈，耳后的话可能要接续性的处理，所以呢，法务部呢是要以比较负责的态度来。那刚才还好，王秘书长王委员呢提到说，法务部不要怕，那到底婚姻不婚姻？到底怎么样的保障，这个才重要的哈、哦，这一点我们非常赞同。所以呢，我们是希望结合大家的意见，啊、哦，过去的话十多年前、二十年前的话，讲到同性，大家都变歧视。现在能够在国会殿堂里面公开谈论，这也是一个进步的方式。所以我们希望说，您能够多听听，凝聚到一个共识来处理。所以呢，可能也不是只有修改一个男女两个字而已，相关配套的问题。另外，关于这个伴侣家庭啊，多人互助家庭的这个权益等等这些呢，或是生殖相关的，还有没有第四种、第五种，我们都乐见到各界呢提出来。那我们呢，也许不是法务部一个的力量的，我们可能把这个意见呢提供到各个跨部会的方式来。啊，当我们性平处院边做统合，我们也乐见其成。等等这些的话，啊，希望说对于相关权益呢能够取得更大的共识。有些呢，也许不是透过修法。最后呢，我们要表明说，法律呢是一个准绳，法律是靠演进的，它也不见得能够一蹴可成的。我小时候的话，公台语老师都会怕。好、哦，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座的郑天才委员，他的名字就不能原住民的就不能够用原来的这个族群名称嘛，对不对？现在都可以用嘛，这个是靠演进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呢能够让我们的法制上能够更好的。所以呢，法务部呢是站在中心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偏见。谢谢。好，我们谢谢啊法务部的回应哈。那我们下一位，我们请司法院少家厅的徐丽颖徐法官，是不是也给我们回应？大家好，那其实关于这一部分的话哈，我们认为说，事实上哈，这个不管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婚姻制度或是家庭制度哈，它基本上应该也不是一个单纯法律层面的问题哈。那么就诚如哈刚刚这个各位专家哈，各位还有这个法务部的这个先进所讲的哈，那事实上应该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哈。那所以那个司法院在这个议题上哈的意见是说哈，我们认为哈所有的族群，它都有在精神上跟物质上有相互的依存关系。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哈，那这个每一个族群都是社会国家的基础，所以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规划和保障。我觉得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至于说是用在民法里面做修改或者是另立特别法哈，司法院并没有特别的意见。那只不过说这一次的修法草案是只有动了三个条文，那我们认为说如果说只有动三个条文就要把我们哈这么丰富的议题纳进去，又没有相关的配备，我们就觉得说这部分恐怕是应该要更周详。那以上就是司法院的意见，谢谢。好，谢谢司法院稍加厅的回应哈。那我们下一位，请行政院性别平等处的肖科长，肖一峰肖科长。
大家好，那行政院性别平等处针对今天的提纲的回应是意见如下哦。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目前各国多朝开放接纳的方向走，那本议题牵涉很广，而且也涉及到社会共识之形成与民法诸多法令之检视修正。那目前已有法务部在100年委托专家学者针对同性伴侣及同性婚姻制度的国家，选定德国、加拿大跟法国三个国家来做研究，了解他们的立法背景、立法推动的提程以及法制来法制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哦，然后来作为我国的参考。另外，行政院在101年8月17日也有召开研商会议哦，决议说由法务部持续在收集更多国家的做法，并进行委托研究，以研议我国国内的修法的可行性。另外，也请研考会针对办理相关的民调哦，以持续的关心跟了解社会大众对此议题的看法。那我们希望做好民意相关的收集相关准备哦，让整个修法的未来如果修法的话，可以能够更加的完备的准备。那另外的话，行政院在100年12月19日颁布性别平等政策纲领，已经纳入多元性别以及同志族群的相关权益的那个促进与提升，包括在就业经济福利篇里面，就是针对多元性倾向等不同群体规划适宜之就业辅导、创业协助、福利服务方案，以及在教育文化媒体篇，里面提出拟定性别平等教育学术研究之发展跟教材的开发，必须要研发同志教育的媒材。而在人口婚姻与家庭篇也是提到说，应该让社会破除性别歧视，促进婚姻制度中的性别平权，跟鼓励各界积极讨论同志婚育前权益及同居伴侣相关权益的保障跟法规研修。那性平处将持续追踪法务部及研考会及上述承办部会的在落实各项的工作，来提升性别人权。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内政部户政司专门委员翟专门委员。主席，各位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户政司的代表。我们站在这个户政的机关的立场来说，户籍登记的话，它是一个性质上是一个这个户籍登记哈，登记的话，如果说像结婚、离婚、认领、收养这些有关身份方面的，都要回归到民法，好，它一个基本法来看，它的要件是什么？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它基本法的一些要件、生效的一些条件来登记。那如果说是原住民身份登记的话，要回归到原住民的身份法来看哈。那所以这个登记，是要看他这个各该登记的一个基本法。如果说将来，民法修正同性可以结婚，或者是说用特别法同性婚姻法的话，那户政机关当然就配合来做这个同性婚姻的登记。好，以上。好，下一位我们请财政部赋税署陈伯成专门委员回应。主席，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大家好。财政部赋税署在这边就现行税务上的一些比较有针对配偶的这边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规定提出说明哦。在我们的个人综合所得税哈，那个纳税人配偶跟他的受抚养亲属是要合并申报哦，所以在不过合并申报的部分，因为其实并不如大家想象中的是一个必然是一个像是租税优惠哦，因为合并申报其实在前一阵子大法官还说有违宪的那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是在个人综合所得税上的合并申报看来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那比较像租税优惠，大概就是遗产赠与税跟土地税法那边有一个配偶相互赠与的
的项目赠与是不记录那个赠与总额，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土地的部分是不课征土地增值税哦，所以这一部分是就是大概是大家认为的是一块租税优惠。那但是因为税法上在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意旨，当时是因为是基于婚姻的关系哦，会有共组一个家庭，所以他会认为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概念下，他会有税上要做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所以在给予配偶的这个部分会有做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规定。那跟陈如刚刚我看了一些专家的报告哦，他们认为在配偶上的部分，因为目前的民法解读会是一夫一妻这样的概念哦，所以目前在也就是说陈如刚刚户政单位那边说的哦，其实如果说今天在民法上能够做出一些修正或变动的话，其实在税上也会做相对配合的处理。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行政院卫生署议事处的周道君检任室长。主席以及出席今天公听会的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午安。那有关卫生署的部分，那其实现行的规定来说，那在医疗的部分，那我们现行的法律的规定，那对于医疗的部分基本上是不会刻意针对是否是有同性恋倾向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现行的法律规定里面呢，因为同志是不是能够组成婚姻家庭跟取得配偶地位的部分，那在现行的法律里面确实是有一些规定，那么会跟在这样的一个规定下会产生一些状况。那以刚才有提到张宏成老师所提到的有引到的几部法律来说，像医疗法、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精神卫生法以及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规定的部分。那么在现行的规定里面，其实即使是同志婚姻目前还不能办理相关的户籍登记，那么但是在医疗法上面有关在例如说手术麻醉同意书的签注的部分，那么其实现在在医疗法上其实在解释的部分，它虽然不能以配偶的身份来签注，但是它是可以以关系人身份来签注的，所以这个部分它是等于是稍微比较间接的方式可以来做一定程度的处理。那么在精神卫生法的部分，它的保护人的指定的部分，那么也已经有个案，那么它是以家属的身份被指定为保护人的部分，也有相关的个案可以来处理。那么至于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部分，那么现行的规定当然因为他在做安宁缓和，他在做 DNR 的部分的时候，那他规定必须要配偶的部分才能签具，但是在安宁缓和条例里面，他其实有提供另外一个制度，对于这个如果是同志共组家庭的时候，那么他的同志是可以依照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他去先去预立他的医疗代理人他可只能，它也是一个比较间接的方法要去做相关的处理。那最后唯一现在在现行规定里面确实是会有阻碍的部分，主要是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部分，那么它对于活体器官捐赠的部分，那它一定是以现行的部分法律就很明确的规定，那它必须是以在法律上登记有配偶地位的，那么在这个部分确实会构成障碍。那么当然以卫生署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对于是不是能够开放同志婚姻的部分，那么将来能够办理登记或者是在民法的部分修正的部分，这点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立场。那么所以如果未来的法律经过修正，可以在开放不管是婚姻登记或者是共组家庭的部分，这个部分在相关的法律的修正的话，我想在这几部法律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我相信会有更清楚的解决。以上说明，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行政院劳委会劳动条件处陈科长。主席还有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还有与会的一些
来宾大家好。那有关于刚才专家学者还有与会的一些同仁有提到性别工作平等法这个问题，那我们有关于性别工作平等法这个目前已经有针对性倾向的那个禁止性倾向歧视已经有加入这个部分。那其实我觉得尊重那个同志还有性倾向这些人不同性倾向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有一个立法的话当然是会有一个保障，未来在权益的诉求上会更完备这样子。那有关于至于有关其他劳工立法和配偶或者是眷属这些相关的一些名词的一些权利的话，我们当然是配合法务部这边的一个修正来做后续的修正这样子。以上是报告。职训局陈主任有没有说明？啊？已经离开？请讲。Okay. 好，那说有没有其他的 ？OK， 再要做第二轮的补充。时间三分钟好吗？谢谢。谢谢主席还有与会大众给我这个最后一次补充说明的机会哦。因为刚刚在会的中间我收到了这一份法务部所传来的这个发的那个会后的研习意见啊，那我原本是以一个比较开心的心情来这边谢谢委员，谢谢所有的法制司法委员会的所有的大众因为来帮我们立法。但是我收到这一张资料的时候我非常的愤怒，因为我们不是老虎，我们是那个被漂流在不公不义的社会上的那个少年派。也就是说今天的社会共识并不应该去决定或是去限制一个人的幸福。我们已经九年了，在11月13号、14号的民进党的内部民调里面是70%的民众支持同志婚姻入法化，所以不应该只单看联合报或是其他几家媒体，更何况是几家的媒体，正确的数据是支持同志婚姻入法化的人是占多数，但是我们却用这样的理由去限制同志婚姻的许可，这是不对的哦。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目前的民法里面根本找不到任何的一条是说同性恋不得结婚。民法的972条是婚约乃是由男女当事人缔结，结果中山户政驳回我们的诉求，台北市政府诉愿委员驳回我们的诉求，都是依照民国83年法务部的函释。各位想想看，一张 A4 的纸，竟然会去决定一个人一辈子的幸福，这是对吗？好，对不起，我今天非常激动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已经等九年了，那我们还要等多久？台北市台北大学的老师做这个研究，我们非常感谢。好，法务部愿意委托。但是绝对不要再用一样的道理告诉我们说正在演绎当中，因为今天只要我们慢一天，就会有一对同志受到权益剥夺，会有一个同志因此而自杀，只是因为社会的不公不义。所以各位还包含所有的媒体朋友，请告诉我们社会的共识是什么，是绝大多数的人支持同志婚姻入法化。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与会的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就是本席呢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改民法亲属篇，那让同志的婚姻能够合法化这样的一个修法呢，其实最主要是抛砖引玉，当然有一些不周延的地方，所以今天呢，这个伴侣们是不是要把你们的那个资料列入记录？是不是？好 ，OK， 那就请把这资料送过来哈。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抛砖引玉，所以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公听会，那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公听会呢，能够让
同志呢多年来受到的歧视，这些的歧视呢对于异性恋者可能不会有感同身受，所以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些的个案能够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让大家看到说其实这些歧视是无所不在的。虽然说我们签署了两公约，签署了 CEDAW 公约，但事实上呢这些的歧视仍然存在。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好，这样的一个就说婚姻权固然呢也有刚刚这个王品秘书长也提到说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后是不是同志的歧视就不存在，当然不会，因为我想各种的歧视需要靠教育，需要靠整个社会观念的一个改变，但是呢我想法律的修改绝对呢能够去催化大家呢对于这个就说歧视的一个改善。就像说因为是教会法师的善念，所以呢他让一对婚姻的结合原来是一个负面的变成是一个正向的，也让这些的家长能够去认同。所以呢我想法律的一个修改呢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但是呢就说法律的修改是不是能够说我们说改就能够改，但是呢我想今天呢会邀请各个部会来，除了法务部以外还有各个部会呢，其实今天张宏成教授对讲师呢他其实他的这个论文报告里面已经提出了很多所有同志除了婚姻权以外，因为呢我们整个所有的制度或是我们所有的权益福利呢都是跟婚姻绑在一起的，所以这些的就说其他的这个不管是在税法上的权利或是在这个人工生殖的权卫生的权利或是呢这个工作权的权益或是呢在其他的这些的不管医疗啊等等，好，所以其实其他的刚刚跟几个部会有邀请来的部会其实原来期待你们的是说除了民法修改之外，你们是不是能够就在你们自己的不管是税法或是呢在劳动基准法或是全民健康保险法或是就业保险法或是其他的这些的法律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安宁，刚刚反应比较好的是卫生署它已经有一些配套的措施，但是其他的部分呢好像一直在等待法务部的民法亲属编的修正。其实呢就说民法亲属编的修正跟其他社会福利的取得我想不应该画上等号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呢其他的部会也能够就这些人的这些的福利呢的这个部分跟权益这个部分呢能够一并的去修法，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后并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愿意结婚，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整个一个家庭的一个多元，所以呢同志婚姻的合法化并不能够去解决其他的没有进入婚姻但是他们是伴侣的形式生活在一起的这些人。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女性的老龄化，就说人口的老龄化，那以及呢我们会看到的就说男女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寿命的一个不平均呢，我们看到老龄化的女性是比较多的，而这些女性她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互相照顾经营共同生活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多，那这些人的权益我们要不要去照顾。所以其实今天所提出的即使不是只有同性婚姻，还包括这多元家庭以及呢多人家属，这些人他的权益其实应该要被看到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就说法务部呢回去，既然你们已经就是连报告都出来了哈，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法务部呢回去能够针对除了同性婚姻的这个部分以外呢，还有伴侣的权益、多人家庭、同志收养子女跟人工生殖等等这些的相关的法规呢也都必须要当然有些不是属于法务部的，其他的就是卫生署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单位呢能够去就这些的法规也能够一并的提出修法。好，那我们期待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签署的两公约它真的不是只是纸上作业。那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所谓的日惹原则这个在国际上呢这个在2000日内瓦的在2007年的
所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所发布的这个日惹原则，那里面呢针对这些的所谓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权利建立家庭，不管他的性倾向、性别认同等等，他都有权利去建立这些的家庭。所以呢，我想这样的一个人权公约，我们号称人权立国呢，那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文献。所以呢，我们请各个部会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呢就是在下个会期，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相关的法案呢能够送到本会来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发言就到此结束。那所有的发言跟书面的意见呢，均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公报，制作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以及今天出列席的所有的人员参考。委员李学章提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那也把这个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这个书面资料呢，也一起列入记录，还有所有的各个出席人员的这些所提的书面资料都列入记录哈。那本次公听会到此结束，那散会，谢谢各位的参与哈。